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3月23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2:11:34，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志扬等11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0人，请假委员廖文、国栋等2人，列席官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施仁杰等人，主席段昭吉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决定报告去询答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还没有念完？哦，还没有念完。第三案至第十案均为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相关预算。第三案系检送行政院超额人力与非典型人力检讨运用及管制措施书面报告。四、检函送行政院劳动派遣运用人数管控及权益保障措施。五、函送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中高阶人公务人员短期密集专业英语进修近3年成果报告。六、函送中央政府机关未运用员额管制措施书面报告。七、函送行政院跨领域科技管理与谈判人才培育计划成果报告。第八案及第十案系有关人事行政之政策规划执行及发展预算的书面报告。九案是函送中央政府机关未运用员额管制措施书面报告。决定第三案至第十案均准予备查提报院会讨论事项。一二案均需处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策略性人力资源跨域整合服务700万元减送专案报告及冻结民间薪资调整及应用于公务人员待遇调整方案相关预算减送专案报告。三、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草案案。本次会议由委员吴委员、志扬等12人提出质询，委员杨委员郑武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第一案及第二案均准予动之提报院会；三、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草案案进行逐条审查，名称第一条至第五条均照案通过。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昭吉委员宜康出席说明。四、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一案照案通过。宣读完毕。那因为我们现在本会的委员还不够哈，我们等一下议事录就待会再来处理。那我们现在先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那我们今天列席的有我们法务部我们政务次长蔡必仲蔡次长。好，谢谢蔡次长。那有我们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于丽珍于副司长。那我们法务部检察司主任检察官陈玉平陈主任检察官。我们司法院刑事厅调办事法官陈文贵陈法官。还有我们林尚瑜林法官。谢谢。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有我们叶怡金叶委员。谢谢叶委员。我们周春米周委员。好，那今天排定的议程是第一并案审查，一委员叶怡金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陈树月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王定宇等21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及第83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四委员周春米等18人拟具
《中华民国刑法》80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审查委员王定宇等20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增订第8条之2条文，条文草案。那我们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那提案说明的时间5分钟。第一，请我们提案人叶怡菁委员说明。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本席提出的刑法第80条修正草案，主要是针对重大经济犯罪要排除刑法的追诉权的规定。对于重大暴力犯罪，全世界也一样，对于有致死的伤害呢，它的追诉期人命无价，是永远的，这是一个趋势，我们也应该要崇尚。暴力犯罪以外呢，犯罪最多，经济犯罪甚至比暴力犯罪呢更容易逃匿隐藏，因为他的犯罪所得往往很大，而受害人其实往往非常的多，甚至经济犯罪还有一些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或者国家的金融秩序。不过也因为这样，犯罪行为人坐拥庞大的不法利益，有钱好办事，他常常逃出去在本国犯罪，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变成是优良投资人，甚至优良纳税人，非常的讽刺。有的时候还得到跨国性的庇护，让我们这些受害人情何以堪。而甚至在追诉期效短短的15年一过，甚至更短的期效一过，反而风风光光的返乡。这不但让公平正义荡然无存，也让这些受害者非常的痛心，有时候甚至让一般的人会有错觉。什么错觉？就是有为者亦若是的错觉。这样子的重大经济犯罪，我认为早就应该排除在刑法追诉权的范围。至于什么叫做重大经济犯罪，因为它的形态种类繁多，我们不能只有用刑度或者用不法的利益来做判断的标准。虽然法务部调查局有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认定要点，但是这个要点只属于行政法规的规则，不符合法律保留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今天才会提出在罪刑法法定的要求之下，明文授权由法务部去定定什么叫做重大经济犯罪，同时也让法务部定定的弹性可以大一点，随着犯罪形态的不同而做随时的修正。希望这个法律能够尽快的修正通过以后，导正现在日益猖獗甚至有各种粗陈不新的犯罪经济犯罪手法。希望今天的修法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谢谢。好，谢谢叶委员。
那我们提案说明，我们还是依到场的顺序好了。好，那我们接下一位请提案人周春米委员发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大家早哈。那提这个案其实有点沉重了哈，今天来做这个提案说明。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很明显凸显冤案未破嘛哈。那被害人的家属可能穷极一生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事实的真相。第二个沉重的理由，今天来提这个案都是由立委来提出来的这个案哈。事实上，那就证明说，在行政机关这个部分，我认为是怠惰的了哈。我国刑法80条追诉权时效的规定，哈，从民国23年制定以来，只在94年进行过一次的修正，哈。那现行法对于追诉权时效仍然一体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犯罪。但是呢，国家对于侵害重大法益的社会案件，在经过一定期间后，即使发现有力的证据或者是犯罪嫌疑人，却因为离于时效而无法来进行追诉。恐怕跟这个发现真实、贯彻公平正义的国家的任务是有违背的哈，也降低了冤错案频繁的可能性哈。那再加上我国近年刑事程序严谨化，证据搜集跟保存技术逐步精进，国人的平均寿命也逐渐延长等因素，那10多年前修订的追诉权时效限制应该有修正的必要哈。那这个相关的条文，其实相关的一个方向在第7届的会期其实都有提过，但到现在就是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去修正哈。但是呢，放宽或取消追诉权时效的限制呢，也将使国家进行永无止境的追诉，对于司法资源跟人力造成沉重的负担。那本席在考量程序跟实体利益的衡平，认为以例外规定严格来限缩这个范围哈，所以我们是参酌日本的立法例，那权衡法定刑的轻重及侵害生命法益与否这两项标准跟要件，来修正本法第80条第1项第1款哈，将排除追诉权时效的范围限缩在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需要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犯罪结果，兼顾这个犯罪追诉跟法秩序的安定哈。那以上的提案也请各位委员来支持，那大家可以来讨论，谢谢。谢谢周委员，下一位请提案人王定宇委员说明。谢谢招委。我们今天针对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及83条条文修正草案，本席这边做提案说明。这个修法是来自于长久以来面对沉痛的案件，每一次都有检讨的呼声，我们却一再无所作为。当刘邦有血案过期了，当彭婉如命案过期了，当陈友豪自由了，我们台湾的纳税人是没办法忍受这样的现象。正义是有赏味期的，正义的追溯是有期限的。我们不反对在我们现存的法治里面针对追溯期做一些横平的处理，但是对于某些重大的案件，如果能够让他在一定的期限内就能够逃脱，就能够不查不起诉把他结案，对于当事人那个沉痛是无法解决，对于社会的公益是无法追求。所以本席这一次的提案，针对这个80条跟83条的条文修正案，第一个是针对80条仅以犯罪的罪重法定刑高低规定不同追诉时效，并没有针对特定或者全部重罪排除时效适用，不论远近轻重均负这个有追诉的义务，那却因为时效之后它就消失掉。所以我们在80条的修正里面特别提到，针对原来80条第1款，也就是犯本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原来追诉期限是30年。那这犯第1款之罪，若致人于死，或者犯本法以外之罪，犯罪所得不法利益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这也是法务部所定义的重大经济犯罪的金额定义，1亿元以上。
那追诉权时效呢，我们是把它修改为无追诉权时效。另外，在83条特别处理溯及既往的，还在追诉期间的案件，修改把它适用，并不违反所谓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所以，根据以上法律的衡评、法律的稳定，以及对正义、公义特定案件我们必须追求到底的社会期待，以及本院长久以来多届立委讨论。本席以及多位同仁在此提案，也希望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能尽速通过，能够让这些重大案件不法的受害者能够得到安心，也让社会追求正义的心能够得到这个疏解。以上提案说明，谢谢。谢谢王委员。那提案人陈素月委员不在，那我们接下来请法务部我们蔡次长来报告。好，来，那次长等一下哈，我们先确认议事录。那我们针对上次已经宣读的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没有哈。好，那议事录确认。好，那接下来进行我们请法务部蔡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奉邀列席贵委员会议辩案审查，一委员叶宜君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陈素月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王定宇等21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及第83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四委员周春米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及审查委员王定宇等20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增订第8条之二条文草案。代表本部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仅就删开修正条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见，敬请参考。第一个，委员周春明等18人所拟具这个修正案，及委员王定宇等21人拟具的这个修正草案案中，第80条将致人于死排除追诉权时效适用的部分了。本部对于在刑法第80条第一项第一款中增列但书但致人于死者不在此限部分这一节竟表赞同，理由如下：追诉权时效是国家就犯罪行为经过一段时间未以追诉后，即不得再对该犯罪行为进行追诉，此等制度之目的除了考量法秩序的安定性以外同时也在督促执法机关善尽追诉的义务。至于应否对于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之犯罪或刑罚较重之罪排除时效之规定，各国立法例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对于追诉权时效是一体适用于所有的犯罪，但是也有针对特定犯罪排除追诉权时效规定的立法例。譬如德国刑法就谋杀罪无追诉权时效的限制，西班牙法制也是就灭绝种族罪排除在追诉权时效规定之列，日本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就造成被害人死亡且所犯之罪是最重可处死刑之犯罪也没有追诉权期间的限制。至于奥地利刑法、丹麦刑法、意大利刑法，就最重本行为无期徒刑之罪也都排除在追诉权时效的适用。本部也已经研拟了本条的修正草案，现在在进行法规的公告阶段。那修法的方向与委员提案意旨相同，将侵害生命法益的重罪排除追诉权时效的适用。第二点，
委员叶宜津等十八人所拟具的这个刑法八十条的条文修正草案呢、啊，及陈树业委员等十八人所拟具的八十条条文修正草案，以及王定一委员所等二十一人所拟具的刑法八十条及第八十三条修正草案呢、啊，除第八十条将致人于死排除在追诉前时效适用部分呢、啊。及委员王定宜等二十人所拟具的刑法施行法增订第八条之二条条文草案部分、啊、我们来提出以下的说明。第一个，叶宜津委员等十八人所拟具的刑法八十条条文修正草案、啊、就是将第八十条的第三项的重大经济犯罪经排除在追诉前时效之适用啊，经不受追诉前限制的这个犯罪，就进行属于一个例外规定，那么不宜过广。那么所谓的重大的经济犯罪啊，这个如果依照调查局所设定的认定要点及检察机关啊所办理的重大经济犯罪注意事项，这个范围恐各过于这个广泛啊，所以有关到底如何具体啊，这个有在斟酌的必要。那么陈树业等所拟具的修正草案啊，那么他使特定的犯罪不受时效规定的限制啊，来避免重大犯罪行为因离时效无法追诉啊，就这个修法方向本部深表认同，那么理由已如前述。那么委员提案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之罪及妨害性自主之罪啊，全部都排除在适用之列，这个将使妨害性自主及其未遂犯或杀人未遂犯啊，都一律在排除这个追诉前时效的适用啊，这个范围已经跟原来的说明有相左。那至于啊王定宜啊委员所提的这个将致人于死的排除追诉前时效的部分啊，这部分我们也认同。那么至于所谓的犯罪所得的定义啊，还有追诉前时效的这个起算日啊，都系于一些计算不易啊，或者是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得为告诉人啊，没有办法发现犯罪行为人，那么追诉前时效将永远啊处于停止进行的这个状态啊，等这些考量的因素啊，还有最后啊一点跟各位报告，就是有关施行法的部分啊。事实上，因为我们原来的在八条之一啊已经规定这个条文啊是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所以基本上啊这种是如果是我们今天在做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是不是有立法矛盾之余啊，这一部分也供各位委员来酌参，谢谢。好，谢谢蔡次长。那我们请司法院是不是表示一下意见，针对这个司法院报告，请司法院陈文贵陈法官。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生跟各位女士，大家早安。那我司法院简单报告一下这个我们司法院的意见。那关于这个委员叶宜津等十八人跟委员陈树月等十八人，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一人，委员周春明等十八人，这个拟定了这个中华民国刑法八十条跟修正草案跟八十三条修正草案的部分。那就这个部分哦，司法院先报告一下意见。那关于这个刑法八十条的修正草案部分，那关于这个重大的犯罪、杀人罪、谋杀罪，这个因人致死，这个、致死的部分呢，因为德国法刑法七十八条第二项，那相近的日本刑事诉讼法二十五条第一项，跟美国法典十八条，十八章的三二八一条，均有类似的规定。那这个跟我们大概我们刑法跟刑诉比较相近的美国、德国、日本都有这个列词规定。那这部分呢属于立法政策，而且我们尊重这个主管机关还有大院的立法行程自由。那再来关于这个委员叶宜津等十八人跟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一人拟具的这个八十条，这个关于重大经济犯罪这个部分要不要排除追诉前时效，那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因为这个何种犯罪是重大的经济犯罪啊？这个定义比较不明确。那这个，而且这个金额的话，通常是要经过法院裁判之后，
就是法院判决确定之后才能够认定这个犯罪的所得金额到底是多少钱。那所以在检察官侦查的时候没办法认定他到最后的金额是多少，要等法院判决确定之后，那这个就变成说检察官起诉的时候这个追诉人时效就已经没办法认定了，因为要到最终要法院最终裁定才会认定。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授权给这个法务部来定这个授权的话，那依照这个大司法院大法官这个4-680号解释，那就关于这个惩治丑事条例这个授权，这个授权命令呢，它要求是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都要明确，如果有没有明确的话，就会违反这个授权性明确性原则跟刑罚的明确性原则。那这一方面的话，委员提案这个是授权给法务部定，那至于这个重大经济犯罪定义啊、内容范围，这个是涉及刑罚权，这个可能都会有违反4-680号解释的意志。那司法的意见是说，如果这个委员跟大院觉得重大经济犯罪还是有这个追诉权时要例外规定的必要的话，那建议的话，这个部分是不是以法律明文列举何种经济犯罪不适用追诉权时效的规定，那这样会比较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跟刑罚明确性原则，那这一方面仅供参考。那再来就是委员陈淑月等18人拟具的这个刑法80条修正草案，把这个妨害性自主罪章那排除这个部分呢，那因为妨害性自主罪章里面的罪非常多，那有些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对这个像配偶对配偶犯221条、224条之罪，以及未满18岁之人犯227条之罪，那这个都还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如果这个全部都是排除追诉权时效的话的规定的话，那很多我们刑法重罪，像5年以上、10年以上，基本上都没有。那这个连告诉乃论之罪跟3年以下都排除，这个是轻重，可能是轻重可能有一点失衡，而且过于严苛。那这方面还请这个委员这个参考。那再来就是刑法83条这个第一项，这个委员王定宇等21人拟定的这个中华民国刑法83条第一项第二款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83条的部分在94年有修过，那这个关于这个追诉时效适用这个构成要件已经有修改。那这个提案的目的，提案的内容是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啊。因为告诉请求权的不为告诉请求告诉，那这个追认时效都是停止进行。但是我们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237条规定，告诉乃论之罪在告诉人自得为告诉之人知悉犯罪人时起，要在6个月内为之。那这个告诉人既然已经都知悉犯了，而且都不提出告诉，那告诉期间就应该届满。为什么说告诉人都还不提出告诉，这个时效就永远没办法完成？那这一部分我们跟法务部的意见是一样的。那以上请委员供参考。好，谢谢陈文贵法官。那我们现在相关的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我们现在进行询答。那本会委员的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不再延长。那我们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那现在我们请登记第一位廖国栋好，吴志扬委员发言。好，不好意思。8+2。主席有请蔡次长，请蔡次长。好，次长，今天这个提案哈是很重要哈，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里面法理非常非常复杂，是非常非常复杂。过去也有一些提案，委员也是类似的提案，好像都没有通过哈。然后在105年，就是去年12月9号，贵部的陈明堂次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啊，他认为说追诉权时效不应无穷尽。那为什么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才经过几个月啊？你们今天的报告就说，修法方向跟委员提案一致，啊，这到底这中间有什么转折？
跟委员报告哈，那么法律也是有生命的东西哈，有时候时移世易啊，很多的情况啊改变了。那么对于刚刚很多委员都有提到过啊，那么老百姓是殷殷望治，那么所以对于这个在各国立法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之下，所以你们是重新检讨对不对？哎，对，是重新检讨对不对？是啊，好，那其实。对这种重大犯罪哈，其实大家都非常深恶痛绝哈，但是这里面哈，其实有一些法务部跟司法院啊，必须要说清楚的，就是说那原来的法律到底有什么错误之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上次包括郑捷的这个杀人事件，还有这个所谓小灯泡的命案以后，那时候不是很多委员都提要加重刑责什么，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是跟着时事在走的，好，当然今天我看电视新闻已经一直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刚好哈，电视新闻一直在出这个议题了啊。那我是不希望说是因为某一项个案啊，纯粹是个案大家的一个感觉去做啊。尤其是这个案子，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刘邦友的命案跟彭婉如的命案。那这个东西，它在去年是不是已经都分别时效都已经过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王定宇委员定的那条才是关键嘛，能不能回溯适用？不可能，对不对？它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还有一种是时效正在进行中，我可不可以变长？对，只有这两种嘛。可是大家真的最关心的，想到的是刘邦友血案跟彭婉如命案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已经不管你今天怎么修，已经没有办法再处理？是不是这样？就直接讲清楚，免得大家会为了这件事情去妨碍到我们对正常的法律的修正的感觉。跟委员报告哈，彭婉如跟刘邦友的命案哈。这个我们当然事后还会要更谨慎的查证，不过据我们了解，这两个案件，因为追诉前的时效在侦查的规定里面，有特别的规定，所以这两个啊，据我所知了，应该是还没有，还没有啊。可是据我所知，但是我事后，可是之前大家都在关注说剩下几天倒数，在那边倒数了。很多老百姓关注的哈，事实上。这个还要经过我们这个法律的一个确定。好，我先讲这样子了。我赞成对重大的、真正重大，看等一下大家怎么定义重大的去延伸啊，这个追诉权时效啊。但是我们回过来讲，原来的追诉权时效，你自己要讲，它除了法律安定以外，在督促啊司法机关检调啊，去认真的办案。我现在想倒过来想，我觉得今天的案子的关键并不是在它是不是哪一种类型的案子，我觉得应该是区分为这个案子是有没有破案，还是知道是谁做的跑在外面去躲避司法，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案子20年不能破，不知道是谁，那你觉得再延长会破吗？啊，或者是说，在法律的你们的人力有限的状况下会破案吗？在证人的记忆越来越少、证物不见的状况下会破案吗？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你根本像刘邦友、彭婉如这样子，你是根本不知道是谁做的，你根本没有方向。那跟现在很多重大经济犯罪的那个，我们非常非常生气。那已经知道是谁，但是他就是绕跑，跑到外面吃香喝辣，你就是拿他没办法。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哦。所以这几个委员的提案，我觉得都很好。但是站在法务部的立场，你们必须把这个讲清楚啊。我们讲像比如说刘邦友这样子的案子。如果原来有20年的追诉时，这个还有办法逼相关的单位，你在时间到的时候，赶快能查的尽快查。我现在反而担心
因为你这个案子其实刘邦勇案子已经基本上已经不能适用了。对未来的案子，如果他的追诉权时效是变成无限的扩大，那我反而担心你减警调会不会反而没有时间压力？你知道我倒过来讲，二十年到了，你有急什么急？他终身都可以查，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你们要从法务实际上你们运作面去研究。我们当然觉得好气愤，这种当然要无限延伸。但是倒过来讲，会反而让很多该破限期该破的破案子，因为这个放难办，很难办，很复杂，所以干脆放掉。这个是我觉得要考虑的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你要严重的考虑的是刑法第83条啊，追诉权时效的停止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是什么？尤其是真的已经知道，比如说不管你是杀人的，或是重大的经济犯罪，警察已经知道是谁了，但是你跑掉、绕跑、偷渡，啊，偷渡到国外去，一直藏匿，一直在等你的这个时效过掉，是这种人最可恶。跟你那个从头到尾找不出是谁做的事情，那是不一样。啊，你那种把它一直延长，我觉得不见得找得到，而且会让司法会怠惰。这种是明明就知道是谁，他就是不给你，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他绕跑了。好，根据你83条的，他当然会停止嘛，因为通缉会停止，对不对？但是并不是停止永远呐，他过了四分之一的你的追诉期又回来了。换句话说，他只要忍一段时间，重大经济犯罪人或者是杀人的人，他只要忍一段时间，他就真正 free 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心里想的那件事情啊，如果是针对犯人已经明确只是没有办法进行实际上的追诉行为这种的，是不是我们让他的时效不要就停止以后不要恢复，是不是改83条会不会比较符合大家的意思啊？我刚刚从那个法律的实务上来做，是这样子。至于你那种根本无从查起，或者是太复杂，真的找不到，你二十年的那时间，你去把它变成无限，啊，有没有实质的意义？啊，次长，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了解。跟委员报告哈，其实今天我们这几个提案都非常好，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具体而为来斟酌哈。像刚刚委员所提到的，那当然就是说没有追诉权时效的这些规定啊，我们不能过于广泛，我们也不能因案设事。那所以我们很多委员提到的，就是说将来这个追诉权的时效是不是在某些情形下就让它停止进行？那么对于一些哈重大的命案呐，啊，像这些东西啊，因为有时候这些犯罪人呢很不容易查起，很不容易查学，所以这些我们就认为说外国的立法例啊，尤其像德国等先进的立法例啊，他们都把它排除在追诉权的这些时效之列，这个我们认为会相当的合宜。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因为说没有追诉权时效的这个限制啊，那么执法机关就会怠惰？我个人倒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说啊，其实执法机关啊，他们都希望破案，不会因为说你没有追诉权的时效规定，他们就会怠惰。好，这个是我不是帮你们法务部去考量这件事情啊，因为你无限期的话，你的积案、你的人力、你的专案小组就一直挂在那里，那你新发生出来的案子，啊，你还是要继续处理，你会不会越案子越挂越多？啊，这个是我在帮你们想啊，实际的运作是这样啊。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王定宇委员这个施行法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回溯啊。那看起来贵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前面有个什么哪一条法律说，我们原来的这个八条之一哈，它是一个要对行为人的利益，就是从对他有利的这个从轻原则。从轻原则哈，那这不只是那个，在刑法应该第二条也是这个原则。不受既往，
不涉及既有。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原则有没有硬到说不能用特别的规定去破坏？这个部分呢、啊，其实今天我们王定宇委员也有提到哈、啊，事实上在德国的立法例哈、啊，这个有一个不真正涉及既往的这个规定啊，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来讨论，这个没有那么硬性说可以讨论，但是只是说因为你的追诉期限时效以前已经处理过一次，那个时候的原则是从轻，对，现在、就是、所以你现在又要变从重，这中间会有很大的。会考虑到一些类型，所以这个是要怎么样来横着一些横平的话，这个有跟各位大家可以。那其实就是说，这个案子我觉得大家要冷静看，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那两个案子，就我的了解，基本上已经没办法处理了，是不是这样？部分呢、啊，要我们要确认以后再跟委员报告。这个你们现在应该知道啊，你们现在应该知道啊，应该是到底现在还。是不是已经过了追诉期？目前来讲，这个案件因为还没有做结案的动作，所以我在这里跟委员报告，是因为机关对这两个案件都还没有结案。因为如果确定说它是时效已经消灭了，那它应该机关会有一个结案的动作出来。这两个机关都，这可能在侦查的规定里面呢、啊，那个要想。你今天来就知道大家会问这个问题啊，怎么会不事先查好？但是我确定是这两个案件都机关都还没有做结案的动作。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廖委员发言。好、啊，主席，我们请法务部代表是不是？请蔡次长。哦，次长 ，OK。啊，次长，好好。我个人不是法律专业哈，但是我对于这次的这个修法还是有一些看法哈。对你们刚才特别提到的当中一个观念呢，就是什么样是最有利于行为人？我们是因为这句话是您讲的吗？还是谁讲的？刚才最有利于行为人，我也有讲，我也有讲 OK， 从轻就是有利于行为人，对。这次我们修法也是朝这个方向，最有利于行为人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修法的那个内容吗？这次法律普遍适用的原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修法是针对这个。OK， 所以它只是一个普遍适用，是普遍不是全然每一个都必须要这样子。没错，是的。不然的话对那个被害人，你怎么去朝最有利于被害人的方向去修法也是可以啊，对不对？我们的法律基本上，尤其是刑法，是一个最严苛的，所以它是基本上是不涉及既往，不涉及既往。OK， 所以难怪也今天大家都认为你们这个修法，或者是几个委员的修法，就是俨然就是刘邦有条款跟彭婉如条款嘛。哦，因为他们的经验，你们认为这个应该要修，所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修法。但是我在这个。我问其他的问题之前呢，再提醒大家的就是，追诉时效现在是20年吗？30年 ，OK， 年好，追诉时效30年，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很多在20-30年前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科技的检测来确认到底是谁是行为人。但是到了20-30年之后，新的科技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可以解决啊。但是那时候他追溯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逍遥法外，有这个可能性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来检讨，就是因为这样哈、啊，所以对这些像我们也不是说今天针对啊刘邦友或是彭婉如这种特定的案件，我们就说这只是一个契机啊。那么让我们有机会来检讨说是不是对一些重大的尤其致人有这个命案发生的这些没有查出来的是不是因为追诉前的时效就让我们对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这个议题。当然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必须要维护、哦、不管是行为人然后是被害人、啊、如果按照我的想法的话，我们应该要帮被害人而不是帮那个行为人、哦、所以现在变成有几种的是可以排除这个所谓的这个追溯的时效哈。你看美国对一些这个谋杀一级谋杀一级重罪啊，
也是没有时效限制的、啊、那个就是站在社会公平正义这个部分，站在被害人这个部分，不管多久我就是一定要追你，一定要让你被法扶住，这是我们的从社会面啊，从这个制度面来看，应该是要这样子想。对，我跟你讲的是哈，不是只有美国，德国也是，谋杀罪，德国也是啊，西班牙也是，对，灭绝种族也，日本刑法也是这样规定啊，奥地利、丹麦、意大利也是一些最重本刑、无期徒刑以上的罪都排除适用，先进法治国家。所以我们现在那彭婉如、刘邦友他们这个不管是谁加害，我们都应该追到他，这真的没有办法为止。这两个案件、啊、就我所知道，机关都还没有做结案的动作，也是表示说他是不是如外界所讲的，他已经利益失效了，这个是要再考量啊。所以说哈、啊，因为正因为这样，我们为了未来，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就这些犯罪啊有一个规定啊，就比较不会再产生这些遗憾了。我们台湾是比较特别的哈，我认为台湾因为跟很多的国家并没有所谓的引渡条款，所以很多人一出事以后就跑了，让你追也追不到。你明明知道，就是刚刚吴委员讲的，你明明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他，没有办法去追溯他，也没有办法引渡他。尤其现在我们跟两岸关系虽然签了所谓的金门这个互助协议啊，司法互助，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尤其是经济犯哈、哦、杀人犯也有啊，很多的这个犯罪人啊躲在大陆，你对他莫可奈何。像这个状况，司法互助为什么没有办法就帮上这个忙？因为我们现在啊，在所谓的引渡啊跟司法互助、它还是两个不同强度的一个层级啊，那就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处境啊，所以很多的国家都没有引渡的这个条款的这个规定，但是有很多有司法互助，那么有一些司法互助啊，那么它就对于一些犯罪证据的一个收集啊，我们都可以透过司法互助来达到这个目的啊。那有关刚刚委员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以后我们就以在我们国内啊涉案，而且涉犯重案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机制里面啊，防逃机制啊，对，这些把它确立下来，那将来就比较不会有说啊涉重案以后就逃到对岸，然后逃到国外也抓不回来这种困境。有没有比较新的案例说他出事以后就马上跑的？就你大概可以能不能列举这十年之内，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清单几乎都是这个二十年以前的事，很多人就一去就不回。那这十年之内有没有比较暗的啊、比较大的案件让大家社会关注的一些案件？举个例啊。前哦，对，那个媒体常常在报道了这些大家所熟知的案例之外啊，其实事实上我们法务部啊，就以我们未来啊，这些我们常常有涉重案以后啊，我们经过一二审这么辛苦的把他判罪定刑之后，他还是跑掉。对，像类似这种情形，我们提出了说帖，提出了数据，有多少的已经定罪，现在通缉在外的，没办法让他就犯了，这些数据我们都有。嗯，谢谢。你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书面的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参考一下。可以。大陆的、美国的，你都提供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台湾人呢、啊，要离开我们的国境啊，一个就是到大陆去，一个就是美国去嘛，最多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尤其是经济重大的这个经济犯罪，几乎都在那个地方。哦，你列个名单给我们委员会好不好？让我们知道。好，谢谢。作为这个后续的这个修法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了。那重大的经济犯罪应该要明文列举，你们的想法也是这样，对不对？经济犯罪特别跟委员报告，这里面呢，事实上我简单的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哈，这里面的重大经济犯罪其实非常的广。如果依照法务部的要点呢、它包括那个339、335、336、342、344啊，那么这些还有所谓的哈那个他认为违反经济管制法令啊，那么以其他不正当方法破坏经济秩序，情节重大都算。所以这里面呢、啊，包括那个所谓的违反保险法、信用合作社法，所谓的一些税捐稽征法，这么多的法令哈，我们如果要就像刚刚我们司法院哈，我们的同僚这样在讲的，是不是具体的就是用罗列的方式，对，要列举需要的重大经济犯罪的类型，能够明确的而没有这些瑕疵的，我们把它明列出来，
啊，不适用啊，这样是可行。Okay, 对 啊， 啊，如果说单纯用重大经济犯罪，恐怕就比较概括。当然，这个文字是笼统了一点，是是哦、我们要跟他很清楚的来列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也关心这个妨害性自主，也有不明确的地方，对不对？妨害性自主哈、哦，类型大家都知道哈、哦，其实有很多，尤其像我们现在的法律、啊，告诉乃论有所谓什么两小无猜条款、啊，其实对于一些青少年，嗯，那么却犯了妨害性自主的罪，我们还有一些两小无猜的条款，所以妨害性自主的字样看起来是很令人非常的生气愤怒、嗯，但是有很多类型。不是像表象的那样，所以我们不能一概把妨碍性自主的这种犯罪哈、哦，这个就把它全部都列在一起。所以要斟酌斟酌，要斟酌妨碍性自主的这个，我们大概会比较明确感受很强烈的，就是说因为妨碍性自主的手段来造成被害人的一个重创，对，大概类似这样，我们是特别有感的。刚好你现在讲的就是很比较符合我讲的这个受害者的这个有利条款嘛。应该是这样子倾向来修法。最后一个我问你的就是，关于刚刚提过的这个重大犯罪的引渡这个工程啊，美国跟我们也有互助协定，但是没有到引渡这个项目，对不对？这只有司法互助哈，嗯，没有引渡的这个明文规定的话，就比较难，就比较难。啊，其实像有一些像两岸啊，那么也曾经有一些把人犯送回国的这个案例、啊。像那个以前我们讲的王佑生在那边吃香喝辣等等，看在我们眼里真的是非常愤恨的、啊、哈、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跟美国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谈？如果就算不谈引渡，但是在司法互助这个内容里面呢、啊，有引渡的这个功能。因为司法互助里面其实它内容非常的广泛、嗯、所以只有不断的透过互动、啊、就是说我们支持我们的机关、啊、跟国外的这些机关互动，那么在司法互助的项目里面、啊、让它有更涵盖更广，对、啊、那大概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个工程谁要去做？是你们这个部分目前我们是法务部一直都在积极在进行，这个包括两岸的，包括其他国家的都有在积极进行，没有外交的国家也有一些司法互助的一些互动。看起来进度或者是成效有限呢、啊？这个成效我们没办法逐笔跟委员报告、嗯，不过这些都有资料，我们在国两司就是国际及两岸事务司啊。你们过去的一些努力也让我们知道，有我们有很多的很辛苦的这些、嗯、我们的这些相关人员都非常的辛苦在营造这个空间、嗯。OK， 好。谢谢廖委员。那下一位，我们请叶怡金叶委员发言。请郑次，蔡郑次。请蔡次长。次长好，好，次长是。其实我们这个法定追诉期呢，一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理由是希望督促执法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善尽追诉义务，赶快破案的意思，限期破案的意思。是的，本来就是积极的，是这样。是，但是到最后呢，现在其实大家看到的，反而变成是。法定追诉期过了就可以结案，所以办案人员可能觉得啊，这个不要取消比较好，不然他们看起来账面会难看。但是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感觉。今天大家讲的说刘邦有血案、彭婉如命案，其实不止呢，很多呢。只是这两个大家比较有印象，啊，林义雄的灭门血案嘞，啊，陈文成的命案嘞，啊，江国庆的命案嘞，啊，拉法叶嘞，这在在都是哎，好，到底是查不到，还是根本就不查？其实这都还有疑问呢、哦，所以我认为哈。为了自清，其实各
个执法机关也应该来支持今天的修法，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委员的版本，没有行政机关的版本，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地方。好，而全世界的趋势，重大刑案里面关于伤害的，刚刚次长也讲了，到了无期徒刑，有些没有死刑的国家到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重大犯罪，它的追诉期是永远的，这已经是先进的一个法律的这个趋势。而像这样重大的刑事伤害犯罪，其实比较起来呢，他逃匿到其他的国家被隐匿保护的机会其实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一个杀人犯藏在我的国家里面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坦白说，这个要引渡，就算没有引渡条例，他要躲藏隐匿，其实相对的算是比较不容易。但是重大经济犯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们看看重大经济犯罪，你们如果 用这个所谓的这个罪行来看的话，我们就以陈友好被通缉的罪名来看好了。背信损害债权，背信追诉期五当五年，损害债权两年，两年就过了。结果呢，他掏空台湾的资产高达700亿。次长，你知道他虽然被通缉，本席还接过检举，就在台湾拍到他带的两个双胞胎的女儿，拍照片给我，来去自如。哎，好，所以呢，我认为重大要怎么定定，我可以同意用明文列举的，但是一定要处理啦，要不然这些受害人真的是心有不甘啊。好，我们如果用金额，虽然刚刚我举的例子高达700亿，但是我也不同意只有用金额。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民间到处有所谓的爱心会，到底有多少爱心会？我告诉你，永远搞不清楚。假设有一个爱心会，它针对弱势者，别回啊啦哈，这个我们很多嘛，一个人5000块就好，它的范围高达上万人的，很多哦。很多爱心会是这样啊，1万个人受害，5000块，他 total 也不过5000万，但是这1万人可能是最最弱势的人，他的5000块可能是他的毕生积蓄哦。啊，我们这1万人受害算不算重大？如果用1亿来区分，他就不重大了，不是吗？好，所以像这样的形态，我认为真的有检讨的必要，也真的必须要好好来规范。好，我们看看这些大咖，哪一个我们处理了？啊，陈友好、曾正仁、王佑珍、刘松凡，有的都还让上帝给他处理了啊。只能靠上帝处理吗？何志辉、罗福柱，我们有什么作为？没有。我甚至跟各位讲，下一章，他不但来来去去，他靠超过追诉期回来，照住豪宅。我还听说王佑珍每天哦，要吃20000块的燕窝，每天呢，这个还是他儿子讲出来的。好，我们再看朱婉清是不是回来了？
造住豪宅，大宴客，毫不避讳，还可以有这种照片流出来，表示什么？我刚在提案说明的时候有说过，大家也很清楚，他甚至逃亡到其他的国家，因为他很多钱呐、啊，他日子过着跟在台湾这样差不多，有过之无不及。就像我说的，王佑珍听说每天吃20000块的燕窝一样，每天早上先喝20000块的燕窝。受害人呢，可能是他毕生的积蓄，他犯罪所得供他这样挥霍，我们莫可奈何，公平正义何在？对不对？甚至还有国家说叫做优良投资人、优良纳税人。所以我希望，虽然重大不好定义，我可以同意，但是其实这是授权给行政机关你们要做，而你们一直怠惰不做，我们才不得已提出来的，到今天还是没有你们的版本。那至少拜托把重大定义出来，这个不重大吗？我刚举的那些不重大吗？哎，跟委员报告好。真的没有办法定义重大吗？这些案例哈，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大家积极，事实上法务部哈，从我到任以来，每两个礼拜我们都组织一个刑法的研修。我们今天呢、啊，媒体可以看到，我们有送出了120条的这个所谓刑法的修正哈。事实上，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在司法改革这个领域里面呢、啊，这么多大家看的是非常生气的具体个案呐、啊。我们将来都是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那些个案在修，在这些审理过程当中啊，迭经一二审判决，因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那被告可以不到案，二审可以不到案，所以造成很多人被定罪了以后、啊，在执行之前就逃匿了。所以这一部分这样的一个漏洞啊，这种黄逃的漏洞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补起来。这个是有关委员刚刚报告这些大咖，这些大咖以后如果我们法律把它修正的完整一点了、啊，这些大咖就不可能会有逃出去的机会。所以这一部分呢、啊，特别跟委员，至于重大经济犯罪，事实上有关委员的提案、啊，我们在上个会期，我们法务部的立场都支持。那有关这个重大经济犯罪啊，我们刚刚也表达过，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明确化？那么，把一些不明确的地方啊，一些自爱难行的地方修正以后啊，我们可以，我可以同意让它明确化、明文化，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不定义重大就不处理。好，我们一定要赶快的处理。谢谢叶委员。下一位，请周春米周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还是有请蔡次长。请蔡次长。委员好。次长好哈，因为我们今天修的这个草案的范围比较小，所以今天来的官员应该是有史以来司法法制委员会最少的4位哈，可能待会可能如果逐条的时候，可能比委员还少哈。不晓得说这个是这个条文单纯呢，还是说这个立法已经完善了，不用做太多的修正哈？那刚刚本席在提案说明的时候，其实就点出两个我的态度跟心情了。第一个，我认为这个是立法的怠惰；第二个，冤案未破，我们对那些被害人的家属，他可能穷尽一生都没有办法知道事实真相的这些家属，我们可能政府永远都有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心情了哈。那接下来我再继续探讨，就是说刚刚在你们的这个说明报告里面就有提到说，我大家提的刑法80条第一项第一款在你们这次公告的修法范围里面也有嘛哈。那我要请教大家，刚刚讨论那刑法83条有没有要做修正？没有，所以还是维持原来的政策跟态度跟标准，是不是？好，那我再具体请教次长哈。刚刚吴志扬委员后来有提到，
你说这两个案件，我们不是在讲个案，只是说在了解你们侦查检察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这个作业的程序。你说这两个案件没有结，还挂在地检署，那我请教你啦，你要怎么结？你要做不起诉处分吗？你是要用 刑诉253条第二款做不起诉处分吗？这案子有被告吗？哈，次长可以说一下吗？这个案件哈，这两个案件嘛，大家也看这民意讲嘛。就我所了解的程度哈，就这两个案件，因为机关还没有结，到底他们的考量是什么？机关还没有结，就是依法律程序来结啊，看怎么结啊。你告诉我怎么样的法律程序啊？这可很好判定的啊。可以请我们那个检察司副司长可以跟委员详细说明来。委员好，关于这两个命案的算法了哈，我们在94年也是大修那个刑总的时候，又把那个20年提高到30年。那20年那个阶段哈，他是把侦查中的时间哈，大法官解释也是一样，如果在侦查中的话，这时效是不进行的，所以变成说时效是没有进行的。那是新法修正之后到起诉之后才中断，所以新旧法会有不同。那就是变成说，我要适用新法还是适用旧法，就要去比较哪个是对被害人、对被告是有利的。那这个为什么没有跟大众说明呢？你没有起诉前，因为你现在这两个案子根本没有一个特定的被告嘛。那个我记得桃园地检署他们有说明，因为他必须要扣除在侦查中啊，所以呢，所以时效是还没有完成的嘛。对，所以修法后是可以适用的嘛。对，是不是这样子认定？修法后是可以适用的嘛？现在就要涉及到说8之2那部分，就是王委员提到的部分，到底他要不要采取？那如果依照你刚刚讲的前提，他的时效是还没有完成的啊，还没有完成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一个这个从轻的问题嘛，就直接适用新法啦。在我们的规范里面，你时效没有完成，当然就是适用新法，不是这样子的认定吗？对，但是法律上的还是司法院要表示一下意见。但是我们的那我再补充，在我们那个94年修的时候，因为时效有轻有轻有重嘛，那在施行法里面就规定说，那你们是主管机关，你们是检察机关，你们没有办法就这样做一个定论吗？还大家在这边猜，跟你家叶公到底时效有完成吗？还要靠我们一个未定的一个修法，还是立法院的修法来确定说这个案子到底时效完成没？如果说是这。其实比较的结果是都还没完成，还没完成，不管是用新法或是用旧法，都还没完成。那应该就可以明确讲嘛，告诉大家说还没有完成嘛，不然新闻讲到这样子了，没有看到法务部说这个案子我们还在继续查。如果这个刑法80条修正通过之后，我们就适用新的规定，时效还没有完成，不能这样讲吗？不能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对大家说明吗？可以，委员，我就是刚刚有跟委员报告说，这两个案件。我知道的程度啊，我回去以后我就补强，把这个事情确定哈。那我们因为这不是牵结的问题嘛，也不是不起诉处分的问题嘛，因为这牵涉到机关他们之间的一个权责哈。那我们了解以后啊，一定会给一个明确，就是说他到底适用法律的这个，事实上如委员所讲的，我们把它查清楚以后，我们再举报。那所以今天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这两个案子目前它的时效也没有完成，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修法通过，更可以确定它的时效更没时效没有完成，还是可以追诉的，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83条哈，用不尊重涉及既往这样修正啊，各委员如果这样修正的结果啊，那当然它就是还是可以适用，还是可以适用。跟83条无关吧？有啊，有关，因为你如果说施行法8之2，嘿，83，施行法8之2。是施行法8之2，施行法8之2，如果修了以后，好吧，我们希望法务部就今天这也不是个案的问题啦，这是整个立法政策的问题，我们的取舍的问题，希望你们那个这个委员会检受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书面说明，认定到底时效有没有完成，好不好？好，因为我时间有限，我今天要提一个滥诉的问题哈，那我只是先点出来，我希望法务部可以就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讨论跟研究哈。那这个将来也是我们几个委员修法的一个方向了哈。我讲一个滥诉，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就好了。就是滥诉，大家对滥诉的定义当然有不同嘛哈。我们可能觉得说，律师可能觉得有些对照都乱告滥告，但是呢，我觉得人民他们比
比较直接的看法是说，你检察官我白给我起诉，那这个当然是有待大家来检验的。但是呢，我今天要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具体的方向，说检察官起诉后，他有一个合理的犯罪怀疑起诉后，一审判无罪了，但是检察官还是上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审判无罪是从101年到105年，大概是有15014人。在二审改判无罪哦，就一审判无罪了，二审维持无罪的比率是79.38%，这五年来的统计数字，等于是说一审判无罪之后到二审还是维持无罪的判决有80%，那等于是80%的人他还要再承受检察机关他为了面子问题或者其他因素的考量，他再提起这样的一个上诉，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个滥诉的一个范围之一。好，那这个对这些人，他可能在客观事实上，在证据上，可能在检察官侦查阶段，他可能本来就应该获得不起诉处分。好，没有关系，你检察官认为他有起诉的证据，有这样一个犯罪嫌疑，你把他起诉了，一审判了无罪之后，你们再给他上诉，有80%是判无罪的。我觉得我要要求法务部在这个部分看要怎么去检讨，你们没有办法去就个案要检察官不能上诉，但是至少要有一个机制来限制检察官这个部分。如果你上诉还是改还是维持无罪的话，我怎么去就责，或者你怎么来面对这些被你起诉、被你判、被你起诉的这些被告？有30秒就好了，我简单的回应哈。第一个，我们邱部长已经在日前哈，他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跟国人表示。我们自己改革，也就是说啊，检察官的合理的可疑啊，我们改成使这个法院判决有罪的一个确定。那个是在侦查的阶段。在侦查的阶段啊。第二个，其实所谓的滥诉，包括哈滥行上诉，但是我们的诉讼法规定啊，也就是说，你如果被害人申请上诉啊，那么这个检察官啊，不是显无理由的，他都是要帮他上诉。你可以去判断啊，你们可以去判断有没有显无理由啊。包括将来哈，在一审审判的过程里面呢，那么检察官对这个案件啊，如果是这个不完整或证据不足，发现了以后，好啦，那个这次我们也不耽误其他委员的时间。我们再详细。这个部分，这个问题，我今天是具体提到这边了，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去来论述、来检讨的。但是这个方向，我希望法务部能够就具体来检讨，看怎么去因应，因为这个确实是民怨最大的一个来源。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好，谢谢周委员。下一位，请王玉明委员发言。王玉明委员不在。那我们是不是请游委员可不可以代理一下主席？请游美女委员。下一位，请蔡宇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是不是请法务部蔡次长跟我们这个司法院我们陈法官？陈法官，请。次长哈，跟陈法官，你好哈。我今天排了这个刑法80条、83条跟施行法第82条，基本上我是希望今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条文处理完了。哦，那、当然刚刚有委员去讲到说法务部在这件事情没有立场，但是就我所知，你们在3月21号已经有把所谓重大的杀人犯，就是无期徒刑以上的罪，你们希望就是把它排除掉时效，所以这件事情我先帮你们澄清一下。那我想法务部在这件事情是有立场的，那所以我要去强调的就是说，我还是我们直接就这个条文的一个立法技术上，我来请教次长跟法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定的，在第80条所定的，就是说针对死刑、无期徒刑的，我们把它排除适用有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它未来是没有时效的。那
你们现在在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是重大经济犯罪，不管是叶怡津、陈淑月的版本，他直接框列重大经济犯罪，还是这个周春米委员的版本中，王定宇委员的版本有列了叫做一亿元以上的哈不法利得，大一亿元以上，那你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立法是不足的，因为必须要载明何种犯罪才可以适用，这样吗？请次长先回答。跟委员报告哈，那个第一个哈，你如果用那个犯罪所得这个定义啊，哦，或者是不法利益达新台币一亿元的犯罪，排除在追诉前时效的效用，这个范围恐怕过于广泛了，因为相对的金融法规对于犯罪所得金额达一亿元以上，这个已经有加强刑责的规定，那么依各该加重之后的法定刑时效的期间呢、啊，已经敷用了，也就是可以用了。那么而且啊，相关财产犯罪在过程要件啊，如果所指犯罪所得的定义跟它的计算的方式这部分呢、啊、也不明确，那么被告未到案或不知犯罪行为人的情形下，更难以确计啊犯罪所得的范围，所以这会产生啊。有无追诉前时效适用的疑义啊？影响实务的运作。好，我懂次长的意见。那个陈法官的看法呢？哎，委员长，那关于这个重大经济犯罪，这个因为这个刑事实体法是属于法务部的主管法规的哈。那司法院这边只是表示我们的意见说，重大经济犯罪其实它的定义非常不明确，哪一种是属于重大经济犯罪？那这个。原则上，如果这个立法院这个基于立法行政是有需要把重大经济犯罪列入追诉前时效除外的规定的话，那依照大法官释字这个680号的见解的话，这个是关于刑罚的这个构成要件，那这个是要明确，最好是明确。那刚才这个次长也有报告说，那有一些法律规定，他一亿元以上的话就要加重其刑。那是不是立有方式可以考量说，这一条法条，那有需要，那就把明确列举哪一些法条，那这样会比较明确。至于授权给法，所以法官，你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金额来框列，这样也符合明确性，这样吗？如果我们在立法上，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法条，像证券交易和它的构成要件里面就已经写说，犯罪所得一亿元以上多少？那这一个条文本身，它就比较是一个重大经济犯罪的条文。对，那是不是可以考量把这个条文就列出来，用列举方式，就是这一条的罪就是属于重大经济犯罪这样？所以你希望还是把条文列举出来，哪些犯罪是排除时效的？那如果要用授权的方式的话，依照680号解释见解是，它的授权范围、目的、内容都要明确。那这个是比较细致的立法技术。好，那接下来我再来请教哈，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三条的话，如果照王定宇委员的版本中，他认为说，在有下列情形的会停止这个时效会停止进行，那当然他列举了第一项的第二款，他是认为说这个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因告诉请求人不为告诉请求或告诉，经撤回或无告诉。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告诉的话，他不去提告诉的话，那这个时效就会停止。那我想这一款应该是跟我们所谓告诉的一个告诉的这个概念是比较不同的，因为他告诉应该是会持续进行嘛。所以在这一款，这个次长你的看法是怎样？王委员的版本。那个跟委员报告哈，这叫德否告诉之人哈，他没办法发现犯罪行为人的时候，这个追诉前的时效将永远属于停滞的状态啊。所以我们现行刑法83条已经明定停止进行追诉前时效的法定事由，那么未经合法告诉并不在列哈。那而且合法告诉乃诉追要件呢，并非启动侦查的要件呢，所以没有经合法告诉前能得为侦查作为，非属依法应停止侦查，故不应停止进行。啊，如果是依草案这一条项的条款的规定啊，任合法告诉前得停止追诉前时效，那么则。
告诉世人迟迟无法发现犯罪行为人的情况下，本意这个告诉人迟迟不行使他的一个告诉权的话，然后会让整个法律变得不确定，所以你比较不赞成这样的一个修法。是的，你看起来就是这样嘛，是的。那市长基本上在这一款我是赞成你的看法，所以我认为这一款这样放宽确实是过广哈。那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83条我们规定的审判程序依法律之规定或被告逃匿而通缉，好、哦，就是在那个第二项的第二款，好、哦，不能开始或继续，而其间到达80条第一项各款所定期间四分之一，等于这个四分之一的概念，好、哦，以及这个第三款都有所谓四分之一，所以现在四分之一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他通缉了，我们法务部就会针对这个人他的追诉权再增加四分之一，好、哦，这个人就永远消失。这样没错，那如果我们这个四分之一把它拿掉，意思说如果没有这个四分之一的话，表示他一旦通缉，他的追诉权就是会继续停止，就不会再消灭，这样吗？立法技术你排除掉的话，当然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嘛。那如果我们主张就把四分之一拿掉，就是他的追诉权就不会消灭了，那这样的话你们法务部的立场是怎样？是，那是延长的问题了。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只是说这样的一个程序，通缉程序，给他多加了四分之一的时间了，那是延长的问题。对，那通缉加四分之一这样的理论基础是你们怎么看？通缉我就给你再增加四分之一，你只要再撑过了追诉权加上四分之一的时间，时效就到了。因为呢，你我们依规定哈，那么已经开始通缉了哈。那么通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委员也有提到过，其实我们要积极去追缉这个被告嘛。对。那你不能就让这个时间都悬而未决，然后就一通缉就完全就是没有。但市长，你刚有说法务部的立场不会因为时效没有时效就不去积极追嘛？如果你认为重大经济犯罪的话哈。他啊，这个要排除在这个时效的这个规定之列的话，那当然另当别论嘛。那你如果还有追诉前时效的适用，他就必须这些犯罪就必须适用这样的规定。有通缉的话，那么追缉机关你要积极去追缉嘛，你不能说通缉了以后就停，那大家一通缉那个案件就悬而未决。对，但是这个被告他是逃亡到了你们都发布通缉了。那他很明显就在闪这个时效啊，闪这个四分之一啊。那如果我们考虑从这个四分之一来修正呢，把它改成二分之一。那个委员可以斟酌了。我这是提供法务部的意见，也就是说，光一个追诉前时效，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让一个人犯不跑，或是说，他跑了多少年，他就可以免责。我们还有其他的配套了。这个只是说就一般的犯罪，我们有追诉前时效的适用的时候。一追缉，你还是要认真去抓，啊，因为不然的话，超过四分之一的时候，这个时效还是会，这个也要兼顾被告的权益啊。谢谢。好，那最后再请教一下，那现在王定宇委员他又另外提出，施行法第8条之2，那这第8条之2就是针对，我们如果这一次完成修法的话，那溯及既往的一个概念，那我想请教的话。这样第8条之2跟第8条之1，也就是94年，我们把追诉权，延长后，但是我们仍然定了说，还是以犯罪当时的法条，好、哦、来决定他的追诉权。那如果第8条之2跟第8条之1，第8条之2照这个条文修正的话，跟第8条之1会不会冲突？
就是会矛盾，因为我们如果这样，这个不仅跟施行法第八条之一明白揭示维护行为人的利益而采从轻原则这个规定相左，那么而且在追诉前时效已经进行而未完成者，那么前已适用刑法施行法第八条之一，那么以比较修正前后两条呢适用最有利的旧法规定以后，因本修正草案的规定而再次变更适用，这可能会造成立法决定的矛盾跟法律适用的困境，所以我们才提出这个意见。好，那我希望法务部跟司法院应该要好好再斟酌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时效这一件事情对国人来说是很多情况是没办法接受的，尤其像这种重大杀人犯，他跑了一段时间，而且有些是根本还没有找到犯人是谁都还不知道，结果就宣告他时效结束了。就像刘班友命案，那林宅血案到现在还不知道犯人，结果竟然说他时效已经到了，这个是国人无法接受的。但是另外一件就是重大经济犯，我们明明知道他在逃亡，也明明知道他人在哪里，那只差没办法引渡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他的时效来中断，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次会期也是一定要处理，好不好？所以针对这件事情，我想法务部应该好好的思考，而且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请王惠美委员发言。王惠美委员不在，我们请李俊毅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保护部蔡司长。委员好，市长早，辛苦了哈，不敢，别加噎了哈，谢谢，我爱蒙了哈，谢谢。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三个部分啊，有关刑法八十条、刑法八十三条，还有刑法施行法要不要增订第八条之二，是这三个问题嘛，对不对？对哦，是的。那这个其实都大致上跟追诉权的关有密切的关系。好，我们来看，来一条一条看来，我们先看刑法八十条哈。刑法八十条它其实有关这个追诉权，它规定的非常清楚哈，什么样的罪行大概多少年。那我先请教次长哈，这个订定追诉权期间原来的目的是干嘛？是基于法律的安定性，这个就是说同时也在督促执法机关善尽追诉的义务。就是我们希望法律有它的安定性，然后也希望在这个期间内，执法机关赶快去进行，赶快去追诉。是的，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没有错。是的，可是我们发现，事实上我们发生问题的大概都不是执法机关，有时候有其他原因，则造成我们追诉期过了，还是没办法处理，没有错吧？是的。好，我们来看哈，有哪几种原因？来下一页，在这个来前面好。刘邦有命案或是彭婉如命案，这个其实都非常大家都讨论非常久。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标题出来，刘邦有血案今晚追过通过过了追诉期，那以后就是说这件案件就没去了，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谁的算法了，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标题，那追诉权这样的标题哈，而且他也确定是个事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法律规定的不作言了。但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标题不知道是谁去确认他啊、我们地检署已经有发新闻稿否认了。所以其实这个标题给民众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我就拖过这个时间啊，抓不到就抓不到，现在连人是什么人抬嘛，不知道嘛，对吧？这个对我们对法律的信任会有很大的冲击。那所以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地检署已经发新闻稿否认，就是说他这个不是事实。地检署希望他的标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刚刚也有跟委员报告说哈，事实上这个案件他的那个追诉权时效
开始启动了没有，都是个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查清楚以后，我们会给委员会。所以其实还有追诉权时效启动了没有的问题。对对对对，我们等一下八十三条也会讨论到。对对对，但是这个是其中一种样态，就是过了追诉期嘛。那这个对人民对法律的信任其实有很大的冲击。是的，我们再看下面的样态。好，来下一页。那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我相信今天的提案委员大概都来自这里啊，就说包括很多的经济犯罪，像陈友好、像曾正仁、像王佑珍、像刘松凡、像何志辉、像罗不住，都是有关追诉期的问题嘛。好，那经济犯罪追诉期多久？我们跟那个委员报告，经济犯罪哈，包括刚刚各位委员提到要把重大经济犯罪列入，就是没有追诉前时效的问题。但问题就是说，这牵涉到重大经济犯罪的定义，所以这个部分呢，重大经济犯罪，其实在你们调查局里面本来有一个定义嘛，对不对？叫做有一个认定要点，有一个认定要点嘛。对，那这个要点有没有可能抓出来变成刑法里面的条文？要点包括包害啊，那个还包括那个盖瓜的哈啊，他们认为，所以其实你要定义就非常困难。这个部分来，市长我要讲的就是说，除了刚才刘邦有命案、彭婉如命案以外，还有这种大型的经济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那人我们也知道是谁跑去哪里，我们也知道，但是这里面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跟中国没有所谓的哦，我们虽然有司法互助协议，但是没有互相引渡嘛，中国也不配合嘛，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是是，对啊，这个对人民的冲击更大啊。是是，啊，或者有人造得好啊，我嘛知影谁啊，伊都造去中国啊，这有的甚至里面有的都已经过世啦，啊，追诉期也没有啦。如果把像陈友好这种哈大咖哈，很明确的他的这个类型啊，这个违反的法规，我们把它列举出来，那么就这个就会可以明确的来规范他没有追诉前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法务部希望做的就是说，对这个重大经济犯罪的部分，它的列刑的部分，我们把它明确化，然后让它没有追诉期的问题。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就是说哈，最主要是如果重大经济犯罪，第一个如果如调查局认定的要点，那个是不得了的，那个是很不明确。那么再来就是说，司法院也表示，那个他们这个要大法官会解释，这个要有明确要授权的这个类型，哦，这个要非常的明确。所以现在如果我以民众的角度，我只能在等，啊，等你们法务部列出一个明确的要点，但是又不是调查局原来的要点嘛，啊，等司法院的大法官同意说，哎，这个要点是符合不会违反民众权益的要点，那我才能这个当作要点，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因为我们既然要让他法律实践，那这些罪名啊，这些违反的法规如何是？把它列进在做违反重大经济犯罪。我请教市长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好了，如果以你们法务部现在你讲的这种方式，你们预估大概多久以后会产生？我们事实上跟委员报告，我们每两个礼拜都有一次刑法的修正，有一个会议。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刚刚主席也有就司法院的意见，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有关于重大经济犯罪的界定。这个不是说我们法务部定个要点收了就算，啊，所以说这一部分还要跟法务部商量会先，跟司法院一起商量，跟司法院，对，跟司法院。市长，其实我们在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法务部跟司法院各有各的立场，啊，想很久，然后这些追诉期都过了呢，啊，拢抓袂当啊，即马要当的啊，请曾正仁，曾正仁啊，那个何志辉啊，这些在你们讨论的过程当中，这些追诉期都已经过了。因为跟委员报告我现在两个礼拜都主持一次行修会议，像这个就可以列入我们行修会议的讨论。拜托加油啦，较紧的谢吼，啊，无些啊，被谁冻袂掉嘛？我都拢知影像去的嘛，啊，像犯罪嘛，像造孽嘛，造一堆嘛，拢知影啊，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嘛。额外的跟委员报告，大家很多委员都提到这个陈友好等人，啊，他们为什么能够判了罪以后还能够跑得掉，这个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请各位委员一定支持，未来对于这些，我们要仿日本的立法例，就这些重大的，至少这些重大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重大刑案的，你到了二审，你被告一定要到庭，一定要来聆判，这个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一定要修正。来来来，那个市长等一下，我这里要请教一个问题，这里面我列出来这些，有的是起诉了，有的还没有起诉，有的是被判刑了，所以各个阶段都有可能跑嘛，没有错吧？基本上各个阶段都可能跑。基本上，如果说我们还没有、那个、真正人是判刑以后他才跑出去的，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追缉他的时候，他跑，那我们就要考虑
要考虑其他 的面向。如果说判了刑，经过一二审法院，这么多耗费这么多的司法的这个、最多的情形是起诉以后跑掉，他不用，对不对？他判了罪以后，因为会跑，就是说最多的情形是起诉以后跑掉。最多的就是说二审判了以后，他觉得说我没有希望，不然他可以都会再上诉，他不会跑。所以我列出来，我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件问题，这个有起诉前的、哦、有起诉后的、哦、有判刑后的、哦、所以各个阶段都可能跑掉。那现在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整合出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以后这种情形都不能跑。阿伯照唔照嘛，唔是你发不报，我多的是代志嘛。将来哈，这个诸多的面向都要一并考虑哈，包括委员我们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要注意了哈。来下一页。那现在的四个版本里面哈，其实你们的态度也很清楚啊，在你们的报告里面也很清楚了哈。你们认为比较可以考量的，就是叶宜津委员的这个所谓重大经济到底要怎么样规定？哦、什么是重大经济，你们必须再跟司法院做详细的讨论嘛，对不对？那其他的部分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啦。是是。好，来我们再看。好，来下一页，再下一页。接着我们来讨论83条。好、哦、,83条我想也非常清楚。哦、来下一页。这个有一个情形、哦、这是王定宇委员的提案。好、哦、王定宇委员提案的是说，行为发生被害人合法提出告诉以后才开始算。那这个有没有困难？这个、哦、其实合法的告诉、哦是一个诉追的条件，这个我们它其实是一个诉追条件，而且会造成一个情形，我根本都不知道对象是谁。对对对对，这个会有困境、哦我没有办法告嘛，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对象是谁嘛。没错，对，那所以这个这一段就空出来，所以这个提案虽然王委员跟我好朋友，可是我认为这个提案要小心哦。是，哦，这个要提案要小心、哦。这个你们法务部的讲法是这样嘛？哈，你们法务部的讲法是说。这个不是依法应停止侦查的。对对，你们认为说这个是法律状态长期会造成悬而未决嘛？对对 对, 对, 对，这个跟追诉权，咱要我根本不知道对象是谁，就一直放在那里嘛。不是我们制定哈、啊、追诉权时效的本意、啊，就是不是本来你们追诉权不是这样的定义嘛？是的。好，来下一页，再来。刑法施行法第八条跟第八条之一是原来非常有清楚的，对不对？那现在王委员建议要增订八条之二，好、哦，是的，八条之二。但是八条之二跟八条之一会造成说我们从轻从新的原则其实会有争议，是不是这样？是的，你要不要再说明一次？因为特别哈、哦，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事实上哈、哦，我们当然可以针对哈、哦、我们的需要来修改法律，但是有一些法律的基本原则、啊，比如说不溯及既往，这个不是说为了保护被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从轻原则。这个也是立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这样子，那就会有先适用从轻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一条之二再增列说，然后再回来再适用王定宇委员的这个版本。会有重复，这个会立法会矛盾，矛盾这个立法会矛盾。来，次长，其实哈、哦，大家关心的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重大经济犯罪，我们怎么处理的问题啦。哦、那我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跟你们法务部长提这个问题，重大经济犯罪特别跑到中国的、哦、其实我们应该从哪里做起？你知道这个讨论还旷日费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跟中国重新讨论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漏洞，特别中国是一个不讲理的国家嘛，他我说我都不会配合你啊，我签跟你签是签还签嘛，我都不会配合你，那这个就是漏洞百出的地方，请法务部针对这个部分特别思量，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李委员。我补充一下哈，因为现在施行法八之二是溯及既往，那这样这个条文确实跟八之一是会有矛盾，所以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在于说，如果以陈友好这个个案，他在去年的二月时效到，那我们已经多次的讨论这样这个经济犯，我们要求法务部，如果你要把它时效。没有时效的话要拉出来，但是很明显的，包括今天次长来这边，我们法务部就什么叫做重大经济犯罪，你们有没有整理过来？还是说你们现在也还在揣摩，还在说、哦、我还没办法界定什么叫重大经济犯罪？跟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也可以广邀哈一些学者专家，包括司法院他们的意见，这个我们可以来，哎，这个我们在行修的会议里面。但是我今天就想要处理条文的啊，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法务部有没有办法，先把重大经济犯罪先抓出来给我们看，至少哪些犯罪的态样是法务部认为是重大经济犯罪，应该要排除时效。好，因为我不想每次就卡在我们没办法定义这件事情，让这一个修法永远悬在这边。好，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在中口哨委员发言完后，那我们先休息20分钟，好，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好，好。那下一位，请陈欧博委员发言。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不在，请中孔少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有请次长。请陈次长。蔡市长，慢慢来。蔡市长，还是。好，好，主席、次长，还有在座各位同仁、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我们就针对重大的一个刑事犯罪，就是排除追诉权的一个时效的一个限制。啊，包括为了转型正义也好的所谓的修法的一个突破的一个追诉权的时效的限制，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针对这个刑法的一个修正草案来做一个讨论。啊，因为有不同委员的一个版本，是啊，所以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跟见解，但是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对于那些重大的经济要犯也好，或重大的刑事犯罪也好，啊，希望他的追诉期能够更长的时间，啊，甚至是没有终止的时间。那这一部分大概是今天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我想请教次长，那为了要实现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正义，其实就是我们要修法去突破，或者说里面的条文里面啊，所谓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成立，那犯罪的成立能不能解释一下所谓的犯罪成立之路？犯罪成立哈，其实这是一个刑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说他行为人啊，开始核制那个犯罪过程要件之初啊，他这个就是犯罪成立。他呢，只要他的行为核制啊，犯罪的过程要件，那就是犯罪成立之日。那你觉得那个犯罪成立的概念明不明确？犯罪成立的概念哈，这理论上是非常的明确的，当然有些具体的个案哈，所以他的在认定事实的时候，他是因为证据的收集的问题，争议性。所以理论上的犯罪成立之日，它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你什么事实才说足以？所以在实务上，在认定犯罪之日为何，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度。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侦查、我们的法院的判决啊，要认定犯罪成立啊，才有办法再进行往后的一些程序啊。所以犯罪成立之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要跟次长提到，如果立法的拟制就是为了犯罪的话，现行犯罪的成立也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嘛？比如说行为犯啊，就是行为完成的。因为啊，行为犯，行为它就是发生日，对，教唆犯是教唆行为成立日，或被教唆唆索者的行为成立日。因为犯罪哈，包括是帮助犯、教唆犯呐、啊，或是说自己行为犯，它本身就是不同的类型。但是对于他们这种类型的犯罪成立之日是非常的明确，所以你教唆，当然就是你教唆的时间开始起算，不是说行为人去做这个犯罪。但是犯罪与否是有立法。是由法院他来判定的、啊、因为检察官、啊、他是就他的认定，那么不管是合理可疑、啊、或是说使法院为 有罪的确信、啊、都是我们认定这一个事实，所以法院的判定有罪后才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时效。
但是这个所谓的犯罪成立是你将来要认定说他是不是利益时效啊，当然这个也是要法院来认定，不是我们检察机关去认定。所以立法的拟制的假设就是犯罪的话，现行的犯罪成立也有不同的解释咯。罪的成立基本上没有不同的解释了。事实上，它是就是说对于犯罪事实的收集啊，到底足不足？所以有些人会认为说它的起点在那里，人家起点在那里。但是理论上，犯罪的成立这个点，它理论上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对于犯罪的行为的一个追溯，我们在讨论或者排除它的时效的一个规定，确实是可以让国家能够持续对于追溯的犯罪能够打击不法嘛。所以我们当时包括这么多委员在提到相关有很多刑事案件，或者说一些经济犯罪所造成的一个行为，但是是因为他的追溯期限有些甚至追溯期限回来台湾还是吃香喝辣所以面对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对于这种打击不法的行为里面，其实也是所谓的转型正义啊。对，因为报告委员是要多少的多宽的范围，要把它排除在这种所谓的我们因为考量到法秩序的安定，更在督促执法机关善尽追溯之义务之外，我们不要让它可以适用追溯前时效。比如说刚刚委员所讲到的，到底这个经济犯罪就要把它排除掉，还是重大经济犯罪？那么委员讲到的重点就是说，重大经济犯罪可能就界定上就是比较困难了，看你要界定在什么范围，是用人数呢，还是用金额呢？我想跟次长讨论的就是说，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许当下当时你会认为它是正义的行为，但是在民主制度的时代之下，你还原当时的状况，其实它是属于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最近就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个我也已经说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其实最主要的内涵还是在于所谓的还原真相。是的，就是不要让过去的犯罪就此淹没，让真相可以大白。是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修法的讨论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嘛。是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过去无人所知或无人发现的这些犯罪的行为必须要予以制裁。是的，所以国家对于持续的一个犯罪或者打击的行为，我们市长这边是支持那个追溯期，是希望能够无限。我们跟委员报告，追溯权时效的规定，就是在保护法律的安定性，以及在督促这个执法机关他要尽责，那么去这个去善尽诉罪的义务，所以它有一定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所有的犯罪类型全部都不适用，那这样等于是我们原来立法的良法美意就会打折扣了。因为我们立法的原意是从轻原则。法的原意就是说，不是从轻原则，就是对被告一个很重。我们因为刑法是，所以一定要非常的犯罪过程。所以是的，那因为你刚刚有特别提到，我本来不想再继续追问，因为你既然提到真正溯及既往适用的话，那中华民国的当时刑法的修正前，其追溯时效已进行未完成者，仍适用修正前之规定，有没有这个条文？这个部分，正它会造成立法决定的矛盾。像有冲突性的，哎，可能就会针对这一个条文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演绎。是，好，在转型正义里面，其实往往就是要追溯既往的一个罪行也让它能够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还原的一个真相。那在整个还原真相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希望能够
让这些真正的被害者啊，能够让加害者都能够在法律的规范之下啊，能够让他还其清白也好啊，甚至的把他及时以法，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宗旨。是的。接下来想请教次长啊，我们所谓的隐匿不报啊，现在其实隐匿不报几乎天天都在发生了，因为我们在民法上跟刑法其实基本上还是有差异，民法有所谓的请求追诉期嘛，对，那刑法是没有嘛，它只是在加重的一个定刑或者加速追诉的期间来排除它的极效，所以这些隐匿不报几乎天天发生，到底有多少妨碍自主性、自主罪、诈欺罪并未发现，当事人隐匿不报，法务部有没有做过这种统计？因为这个既然隐匿不报哈，我们就无有去得知了。那么除非说他有一些迹证显现出来的话哈，我们才有可能发生。就是在台面上哦，媒体天天在报道啊，不管在台面上或台面下，我想肯定在台面下也有更多的案件，因为这两种罪状啊，如果要同时排除及追诉的时效性，是不是应该有更广泛的讨论的空间？妨害性自主哈，事实上这个犯罪哈，它的轻重非常多的类型，所以我们的刑法里面规定有所谓的一定年龄以下的话，它还有适用一些宽点就是说两小无猜条款所以妨害性自主的犯罪类型里面有多种，所以如果一概尽以排除这跟我们说。重大的经济犯罪这个我们的本意是相左的，所以不赞成概括性的把妨碍性自主罪这些或是诈欺像诈欺所谓的刑事跟民事以刑逼民的也是所在都有，像这种类型不明确没有办法说一概就把它排除掉，所以不明确的东西是不排除掉还是要排除掉？因为我们对于一些我们认为犯罪类型列了以后那再来将来就是证据收集的问题了，所以未来我们要强化在执行上，是所以在执行上面除了强化之外，次长有什么想法？哪一方面？就是对刚刚针对这种隐匿不报，因为他可能他被性侵但是他不敢讲也许已经试过了追诉期，其实有一些犯罪所以我们常有一些叫犯罪黑数，有一些犯罪是第一个被害人如果不积极举报，那么这部分我们在侦办的过程就会形成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有一些到底是不是构成犯罪这攸关被害人的一个态度好，不是的，其实刑法跟民法不太一样，就是当事人在不行使权利时，不代表国家可以允许默许犯罪的存在。所以法务部代表的是国家的一个追诉犯罪，对，那么哪怕当事人隐匿不报，国家仍应该予以追诉，是你同不同意？跟委员报告法务部是一个我们法务行政的一个主管单位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利用各种包括这个法律是否修正，包括一些政策的拟定，还有一些执行的督促这一部分我们的善尽职责。好，谢谢次长。好，谢谢委员，各位感谢，谢谢主席谢谢钟委员。那我们还是先让刘世芳委员发言发言结束后我们再休息。好，那请刘世芳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一下蔡次长好吗？请蔡次长。是蔡市长您好，你好，是你好，我只想请教很简单的问题了是现在我们的前总统这个陈水扁总统他是保外就医嘛是。那这两天媒体上面都有陆续刊登出来说陈总统的保外就医不对譬如说他不能够到私人的这个公祭场合去做这个家祭的部分，那我想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法务部站在你政务次长的立场，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我想
有关于这个事情啊，那我们的主管机关啊，那么尤其是他的执行单位啊，那么这个监所、啊、矫正署，哎，矫正署跟那个他原来的这个监所啊，他们都已经有提出来有关我们前总统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到底有没有违反他的这个保外就医的规定？那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基于法务行政，我们会注意他的发展。那至于有关他到底。后来的结果怎么样？我要密切观察。所以你现在并不清楚嘛？我在想说您的态度了哈。我们都了解那个陈水扁总统他的保外就医的话，他是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哈。但是私人的这个餐饮的活动，或者是私人的调剂场合，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嘛？因为他在整体的这个评估当中啊，包括说他的主治医师啦，或者是我们叫矫正机关里面的医政啦人员呐，大概都有评估过嘛，哈。所以我觉得说，外界如果有这样不同的声音的话，我想站在法务部的立场，可能要以一个公允的哈。合法跟合理的状况之下，能够多做说明哈，不要就是因为第一个，陈水扁总统他不可能对外开记者会，所以我符合这个规定嘛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说，目前呢哈，我们还是有听到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哈，有的人主张特赦，有的人不主张特赦。那以目前陈水扁总统的这个医疗的状况，或者是说他在整体的我们的检查，还有这个法院的这执行状况当中，他到底符不符合特赦的要件？是哈，有关那个什么叫做政治活动，还有是有关其实所谓的保外就医，顾名思义，保外的目的在哪里？他就是就医嘛。所以如果说医疗的专业人员他认为什么样的处置、什么样的治疗对于这个我们保外就医的这个受刑人会有帮助，那个医疗专业可以透过医疗专业的认定可以提供他的宝贵的意见，所以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也是值得参考。那他参与的所谓的活动，什么叫做政治活动，这个也是要透过具体化，你要去解释哪一个叫做政治活动。所以有司机关啊，你要认定他违不违反，必须就是要有一个结果出来。那么他把结果把它公布出来的同时，就等于就是来说明到底我们的总统他的所为是不是有违反规定，这个也会还他公道。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市长，我这样问你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哈，前总统陈水扁他当然现在是在服刑当中的保外就医了哈。那我们的另外一位前总统叫马英九总统了，我们也不清楚他到底后来会不会被法院来定罪哈。那如果他被法院后来来定罪的话，他所能够参与的活动啊，或者是他也许有另外的保外就医的条件等等，应该是持平嘛，对不对？就是不当总统以后，就是原来的一般的平民嘛，要接受中华民国法律的限制跟规范嘛，哈。所以我现在知道，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案例，如果我们有一个公平线画出来的话，不管他是所谓的蓝营支持者或者绿营支持者，他们都能够心服口服，站在法务部的立场，才不会觉得被拉扯来拉扯去，好像就是左右都不是人哈。我就是要问说，为什么要特别请？因为您现在是担任政务次长嘛，我是要请你能够说明清楚，是好，不管是未来我们规范在法律的条文里面。或是规范在我们的行政命令或解释函里面，告诉我们的矫正机关来做执行，大家才有一个可以遵行的要点嘛。好，报告就是说，法律的可贵就是它不能因人设事。今天所有的一切，尤其像现在啊，这个等于资讯这么发达，你现在对着这个总统这样的一个作为，未来的另外的一个案情，必然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嘛。你在适用上不能以重以轻嘛，所以这个委员讲的指导的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对，但是因为法务部的相关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新闻的说明以后呢，我觉得的状况，我觉得是有点就是说第一个被动哈，第二个让人家很多炒作的空间，甚至是变成电视节目上面一直在炒作的话，就好像有点入人于不义嘛。好，那入人于不义的话，不是只有本身的受刑人本身，还包括你们的执行机关本身，好像是偏袒。我想这样子比较不好，所以我要特别提出啊，对，请次长哈，在相关的这样督导作业上面呢，能够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尤其你刚所提到，现在呢，几乎是媒体啊无所不在，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们更应该能够允决职中啊，你们就是一个天平嘛，要弄清楚会比较重要，而且是尽量以行政中立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事。谢谢委员，是的，我觉得这是相当的重要。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特赦的要件，特赦的要件有没有需要修改，还是说不需要？因为特赦的要件如果有需要修改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追诉权时效一样啊，其实有诸多的管道可以来进行啊。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特别跟委员报告，包括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是这个都是两个礼拜的进行一次啊。是。那么现在委员也可以提案啊，那么各机关他也可以来督促、来建议。是。对，所以法律其实也要跟着与时渐进嘛，是的，那不要陷入蓝绿哈这样子的争议，那都没完没了。那当然，好好，是，好，谢谢次长，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刘委员，勾起我这个赦免法哈。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二十分钟。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重大经济犯罪。好，谢谢。
好，我们继续开会。那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询答结束。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法务部针对我们今天所四个法案，然后要提出相对应的一个修正的一个草案。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询答，下一位请林维洲委员发言。主席，请法务部蔡壁仲证词啊，谢谢。请蔡次长，今天我们主要要讨论这个刑法第八十条相关条文的修正哈，主要就是追诉期哈，重大刑案的追诉期。我先请教一个问题啦，这个你是专家哈，第一个就是说八十条现行条文说追诉权，因下列期间内未起诉就会消灭，一定时间内未起诉就会消灭。如果起诉之后呢？如果有起诉呢，就不会消灭吗？是不是？看那个，我们那个如果会扣间，它会停止。哦，会停止计算，是不是？八十条，那个。拍谁了哈？这个我问一些基本的问题了哈。停止的问题，八十三条停止，还有停止，没关系，八十三条就这样。抱歉，我找一下这个。这个有那么难讲吗？这个，我觉得这个我问的问题是简单的问题了哈。依照我们的现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那么追诉权的时效是因起诉而停止进行。嗯，然后起诉之后会怎么样？再来的阶段，如果找不到人起诉，找不到人就会通缉。起诉之后比如说。预知公诉不受理判决确定啊，或因为程序上理由终结自诉确定者哈，还有就是审判程序依法律之规定或因被告逃匿而通缉，那么不能开始或继续啊，但是期间已经达八十条第一项各款所定的期间的四分之一者，第三款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依照第一项的后段规定来停止侦查或通缉。那么它的期间也达到八十条第一项所定四分之一者哈，那么这些都是要那个停止原因视为消灭，就是说它的程序在继续进行。好，所以通气之后可能就继续会计算了哈。通气哈的时间就是那个通气，通气时间超过那个，他说一直抓不到人，超过四分之一了，四分之一以后，他还是继续计算，还会继续计，后面会继续计算哈。好，所以等于是他的侦查时间可能就只有最多就是四分之一那个时间了哈，超过那个时间就会继续延长四分之一的时间，最多哈。好，这个主要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个我们表达立场哈，我这边也表达立场，我们同意重大的刑案哈，它的追诉期哈应该要让它更长一点，甚至取消它的追诉期，好，犯罪就应该要被侦办，好，一直要被侦办了哈，那这个是我也支持这样的修法方向，好，不过现在就是有一些修法的技巧跟细节。包括刑事诉讼法八之一哈跟八之二的问题了哈，这个部分哈要好好的讨论哈，是不要造成修了法以后，结果跟前面八之一的是有矛盾的。是的是。那这个要审慎的评估了哈。请问你支持说，如果我们定了这个法之后，要追溯以前已经过了
追诉期的那一些案件吗？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已经完成了，这个就不可能。我们现在是针对那个追诉期间哈，还没有完成的。已经如果说已经明白依照法令规定了，已经它的时效已经过了，过了，那这个你不能再追诉他，不能再追诉。是的，这个不是说我支持不支持，这个是不能追诉他。像比如说彭婉如事件，彭婉如、刘邦友的事件哦，因为这一个部分，事实上哈、哦，目前来讲，我们在尤其是刘邦友的事件，那刘邦友的事件机关有已经有发新闻稿。那么确定这个案件呢、啊？媒体所报道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时效已经过了，这个不是事实，不是事实，是的，哦，因为那个这个追诉前时效的起算呢，在侦查中有规定。嗯，陈友豪事件呢？事件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哈，我们针对陈友豪等这些所谓的被国人认为重大经济犯罪啊。又逍遥在外的这些事件呢、啊？如果他的时效还没有消灭，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说，因为他一直逃匿在外，没有回国接受？他的时效消灭了没有？追诉期过了没有？陈友豪还没有吧？陈友豪这部分应该我目前来讲没有具体的资料啊，应该还没有吧？就是说哈，对于这个追诉期哈，到底过了之后，我们要不要适用哈？如果按照旧法追诉期已过的这一些案件，我们要不要适用新法定出来？要不要适用他们哦？这个你们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已经过了，就不可能你再修法让他复活，不可能。我们现在针对就是说还没有过的。我们有没有办法亡羊补牢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甚至我们对于刚刚委员所关心的陈友豪，像这种，他逃匿到对岸，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法，让一些将来的重大经济犯罪，只要一逃出国，那个时效是不是就停止？停止就不继续算，让他不能因为说，因为你如果以现在的法律，你刚刚讲了哦，就是说你停止，哦，停止的时间也有一定啊。就是不会超过四分之一，哦，那四分超过了以后，就会再继续他的追诉期啊。针对四分之一，到最后还是会结束啊，對對對，你知道吗？很多案子还是结束他的追诉期的。针对四分之一的部分，像这种逃匿到国外的，在日本的立法例里面哦，就把这个东西就不继续算，就是。但是我们现有法律还是有这个限制啊。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说，我们来把它修正，是不是可以来补这个漏洞？所以补这个漏洞完了以后，就可以再。还可以去追溯既往，已经死掉了就现在这些死掉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死掉，当事人死掉，不是当事人死掉，就是案子已经离时效了，就时效追溯前时效已经按照旧法已经时效已经过了，就不能再去追溯了。这些已经确定的，那就是等于是已经确定的，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溯他嘛。嗯，这个。然后好好讨论一下，因为要追溯既往哈，还有之前有这个八之一的这个问题，都要一并的去考虑哈。那当然追溯既往，嗯，这个有时候有一点像转型正义的那种感觉了了哈。如果他现在的法律适用，现在的法律已经过去了。好，已经完成了那个追溯期，已经结束了。到底还要不要去再去，可以去追他？如果用转型正义的概念，通通可以啦。跟委员报告哈，转型正义是另外一种思量。对啊，那种另外一种概念，时空那个有白色恐怖的问题啊，所以可以当作转型正义来处理啊。时空背景，比如说像林家雪案啊，或是这个陈文成命案呢、啊，对不对？事实上哈，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了。那对于有关转型正义的部分，我们有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哈，现在已经送到贵院了，大院来审议哈。那所以这一部分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啊。好，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对于这个方向，好、哦，把这个追诉期取消。好，对于重大刑案哈，这个我们是支持的。好，但是在这个配套的相关的修法哈，要非常注意，尤其牵涉到如果又跟转型正义那一部分会有关联的一些案件，
到底你要适用这样子 的法律，还是适用那样子的法律，都要一并的去考虑，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重大刑案。好，那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被解释成它是一个白色恐怖之下的一个案件。好，所以这个部分也都要一起去考量了。谢谢。才不会到时候发生这个，随便可以解释成这个是转型正义，所以通通都可以适用啊。好，那到底要什么样的标准来面对这些重大刑案？这也就是所以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啊，送大院来审议的时候，这个就是委员可以特别去留意。那有关啊促进转型正义里面它的规定，当然它如果它的规定跟我们目前在市刑法这里修订啊这个地方有相关的地方，我们会一并考量到法令的特别普通关系还是其他的因素，这个会一并斟酌。好，所以要更周延了哈。那大方向是大家都支持这个方向，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下一位，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蔡次长，请蔡次长。市长你好，这个司法国事会议啊，虽然还没有开啊，不过这个已经闹得这个满城风雨啊。那我相信，一直到司法国事会议，即便是开完了、啊，这个风波一定还是不断。所以坦白说啊，我们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啊，每一个人都提心吊胆的，因为司法国事会议开完之后啊，如果要立法的话，案子都会在我们这边哦。那我先跟您谈一个跟今天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议题了、啊、哈，不直接相关。不过我想，在谈司法国事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这个程序的透明啊。现在这个时代的进步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这个整个审判啊，会引起人民的不满，所以包括这个法官、包括检察官、包括律师，您过去是律师，现在是这个法务部的政务次长啊。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公开跟透明，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程序是没有办法透明的，但是呢，我相信您大概也同意啊，这个整个审判跟这个从侦查到审判，只要不影响到这个侦查的公正性或者他办案的必要性啊，其实都应该要公开，而且从代表国家的追诉到或者是代表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追诉到审判的这个过程啊，应该尽量让这个社会可以监督，我想这个原则我们大概都可以接受吧。是的。司法院许宗力院长上任之后啊，那么其实啊他也宣示过，他为了要促进司法透明啊，他会适度的公布法官的基本资料，然后在司法院的官网会增设厅处主管名录哦，我们现在也有司法院的代表在哦，然后各法院的官网也会建置关于院长跟法官的名录的专区。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网页上面啊，是用这个制裁法院为例，他会列出每一个法官的这个专区啊，让你去点击，这里面包括这个照片啊、哦、现职学经历啊、哦、法院院长的部分也会公布他的姓名照片，然后办事的职务、承办专案的这个案件类别、就职日等等这些。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您可能很熟的这个您当过律师工会的理事长啊、哦、是的。那么这个律师的管理啊现在是法务部对不对？是行政的。所以你现在你本来是律师，现在你到了法务部，那么法务部呢也建置了一个叫律师管理系统的首页的页面，对不对？是，没有错，我相信你也很熟。是，我们在场的包括周春米委员啊，包括这个尤美女委员啊，包括我们的现在主席蔡玉瑜啊，
可能应该都是在这个律师管理系统里面应该找得到他们的资料，对不对？是。好，那我们用一位啊，他这个律师管理系统会公布所有律师的姓名，包括您在内，是，对不对？是。我们用一位啊，过去本会的这个委员啊，现在已经不在立法院的顾立雄委员为例啊，我们要如果要查顾立雄的话，就可以上法务部的这个网页啊，去看到顾立雄他的，包括他的出生好、哦、的年份，他的性别，他登录了法院，他的律师证书的字号，这些我都可以，基本资料我都可以查得到。那我跟您请教、哦、我现在如果上法务部的网页，或者上您是这个比如说嘉义地检署好了，好、哦、你从嘉义来，我可不可以查得到检察官的资料？目前查不到。为什么？目前的他的机制的就是这样。不，你要跟我讲为什么、你要讲个理由啊。就我检察官必须要秘密，或者必须要神秘，或者必须要让你不知道我的资料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法官跟律师都可以提供基本的资料供民众查阅，那我今天如果接到一个诈骗电话，他告诉我他是某某地检署的哪一个检察官，那我至少要有一个机制让我去查一下这个检察官的基本资料，或者是我被这个被约了，我要知道说这个检察官到底是什么人等等这些，或者是我要知道说承办我的案件检察官他是有经验的，他的资历是什么，我这些基本资料为什么不能提供呢？跟委员报告哈，现在目前来讲，以司法院来讲，他们就是制裁法院哈，他是有提供。不，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讲了，我说许宗力院长他有宣誓，对不对？我们不晓得他到后来会不会像制裁法院这样，通通都落实。那我跟你请教，您或者邱泰山部长，会不会有计划，或者有没有想过，说检察官的基本的资料，也应该要提供查询？我们可以依照委员的宝贵意见哈、事实上像，蔡市长，我知道您在担任律师的时候啊，你也常常炮轰检察官了、对不对？好、哦，我不相信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不公平嘛，对不对？委员现在只要是说哈、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徐院长哈、他有针对顾财这个制裁法院已经有这样做，不是我觉得哈、你们法务部啊。不如人家做一步你才来考虑。我今天我们就回到问题的本源，我一开始就跟你请教为什么。我们现在假设法官跟律师我们都撇开不谈，检察官的我没有叫你公开他的地址电话啊，对不对？他的基本的资料，这像这样的一个基本资料，或者像我们这样像法官的这个基，像就这样制裁法院好了，他的基本资料为什么不能供查阅？请你告诉我一个道理，因为他必须要秘密执行任务吗？因为他的脸不可以让人家看到，他相片不能出现吗？跟委员报告，现在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哈，所长全部都有这些资料。不是，我问你检察官，那在检察官的部分说，我没有，我个人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哈。我个人也赞同委员的意见。你现在不是个人，你是法务部的政务次长，你是政务官。那以我在次长的这个职务哈，我也会建议，如果不是由我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我们这个是可以讨论。当然，所以我问，我跟你请教，说邱泰山部长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推动？现在你如果告诉我有的话。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回去，请法务部认真讨论。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是三月，对不对？我们还会再见面。一个月的时间，在四月底以前，请你们给司法法制委员会，包括我在内，一个答案，说这个方向该不该做。如果要做的话，它的时程是什么？没问题，好不好？好，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要跟您请教的，
是现在的司法国事会议还没有开嘛，对不对？是，现在在筹备嘛。分组会议开了，开到五月底。对了，现在在开，现在所以现在也不会有结论嘛，好、哦，有初步的结论了、啊，会有。然后最后我一开始讲说，你们要东西都要给我们嘛，会如果要立法的话，那我要请问，这个你们会提出法案呢、啊？当然，或者是法务部，就是行政院呐、啊，或者是司法院呐、啊，对不对？然后会送到我们这边来嘛，是对不对？那你们什么时候要跟我们沟通？你知道我意思吗？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司法法制，立法院好了，是最后要去盖章的人。啊，你们是把我们当作就是盖这个章。我觉得你们有些委员的想法好像是这样啊，就是说大家讨论完之后，然后呢，立法院就要接受了，所以会去讨论说有没有约束的问题。哎、啊，请问你，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其实也都已经回答过了。那你，请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立法院在这个阶段没有参与的状况之下，我们未来是要怎么样去处理你们送来的草案？跟委员报告哈，要大院呢、啊，将来要审议要通过的法案，当然哈，事实上不是只有司法国事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结论、啊，其实在任何的法案都是要沟通，我认为这个才能够务实可行。那么这些分组的会议的结论呢、啊，将来还要透过我们由总统他所召集的两次会议啊，他去确认一些结论之后，所以你告诉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等到总统开完会之后，然后司法院跟行政院分别去拟具草案，然后那个时候才是来跟立法院沟通的时候。沟通应该是，我相信哦，跟委员报告，以我个人来讲，这个跟委员的沟通是无时不刻的。事实上，这个是看个人怎么做。没有啊，哎，那这一部分哈、哦，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将来在推法案的时候，那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困难。他们不是他们，他们是你们呐、啊哎。我们如果个人，我会尽力沟通。如果个人有什么样的方案呢、啊？因为现在当然啦、啊，还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不要说结论啦、啊。哦，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出来，但是问题非常之大，对不对？你也知道了，这个五花八门了、啊，大得不得了了。所以你们怎么样去裁切议题？怎么样能够控制在应该要讨论的范围里面去控制？然后怎么样跟立法院要沟通的？是这些议题的裁切的范围应该是在控，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我觉得这个是要保持沟通啊，我不然我问蔡宜瑜好了，我问尤美女好了，我问这个周春明好了，他们都是执政党的委员啊，他们都是法律的专才啊，对不对？有没有被征询过，或有没有谁来跟你们沟通过？你们两个要看，我就给你请教啊，没嘛，对不？对啊，啊就所以沟通啊，沟通没有啊，沟通不是到结果出来才沟通了、啊，好不好？谢谢。是的，谢谢委员指教。谢谢段委员。那段委员刚要求一个月内要提出的，就请法务部。好，那我们继续询答。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发言。林德福委员不在，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不在，请何新纯委员不在。请徐正卫委员不在，请简东明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不在，请尤美女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蔡次长。请次长。次长好。委员好。是，今天呢要修这个
刑法第八十条，那当然也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的重大的刑案到今天还没有破案，好像这个刘邦友还有彭婉如的事件，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刘邦友还有彭婉如的事件呢，依照你们的这个算法呢，其实跟媒体在写的不一样，其实这两个都还没有立于实效，好，因为在这个95年修法的时候，其实是有把就是从轻，好，从这个从旧从轻的原则，但是因为它是发生在旧的时代的，是，所以呢，依照旧的算法，它在侦查中间其实是时效是停止进行的，因此他们是还在进行中，是这样吗？是的。那这里我想要请教的就是，那他们的时效会到什么时候消灭？因为哈，这个是要符合那个所谓的消灭的规定啊。那这种东西，你说检察官一直侦查的动作要不断，这个是也是有一些困境，所以毕竟啊，这也不是一个很周延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说，依照旧的法律的规定哈，就是说在九十五年施行之前的这个旧的法律的规定的话，它是只要侦查、起诉或审判的程序不能够开始或继续的时候，就停止它的进行嘛，对不对？那后来在95年修改了之后，变成是说你要起诉了以后才不进行嘛。是。那现在呢，就是说好，如果说依照旧的，因为彭婉如的事件是依照旧的，刘邦友也是依照旧的，都发生在95年之前。那现在依照旧的话，就是说在侦查中，他如果说好，他的侦查程序不能够开始或继续的时候，他等于是已经开始，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因为被告不是谁不晓得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你们是说，那停止进行，那这个停止进行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停止？是说我只要没有再动，就整个都不进行，还是说这个部分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不是请司长解释一下，解释清楚？副司长，刚刚您垂询的问题的话，就是说你必须在侦查中没有时效进行部分，这是大法官有解释补充，什么叫做没有实时进行？他是解释说，不是在侦查期间通通要停止，而是说要有实质的这个进行才会那个时间才会扣掉。哦，所以这个刚您提到说那个这两个案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完成，其实就要看这两个地检署侦办这些案件的实质侦查期间有没有一直在持续中。那你所谓的实质侦查期间是指说，好，因为我不知道被告在哪里，所以呢，我可能为了让他这个不会时效消灭，所以我就发一个函说，哎，这个发到警政署啊，这个警察局去刑事警察局，哎，你们这个案子到底办得怎么样啊？对不对？人家有人说好像哪里又看到一个什么机证，所以你们我们去查，然后呢，警察局呢又一个礼拜以后回来说，哎，这个查无市政，好，那这样子就那这时候你扣掉的是扣掉他从发函到警察局回函这段期间把它扣掉，还是说？我只是发函过去，我不晓得你们所谓的实质进行是指怎么样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扣，因为这里牵涉到它的时效还是在进行，只是说我在侦查的这个时间要把它扣掉而已嘛，对不对？这个停止毕竟是比较例外的啦。好，那我们在实务上在计算这扣掉的时间，都是发函之后一定要有个实质，比如说发函您提到的那个给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调查的时候，他们真的有做一个实质的动作之后回函回来，这段时间才可以扣掉。那如果很单纯的只是什么调一个什么前科资料这些的话，我想就应该不能扣掉，就是说它的实质正常的意义并不大。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之前是让他说，因为我侦查中我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所以我就这个时效就停止了。那等到了我可以开始进行，人抓到了之后我再继续算嘛。那但是在当时呢，就说当时会去修改，就担心说，哎，那你今天如果说我案子就摆在那里我不动，那这个对当事人的权益其实影响蛮大，尤其对被害者，我今天去这个跟你提起这个去告诉了，结果呢你今天检察官说我今天找不到这个被害者，找不到被告，所以呢我就摆在那里，那摆在那里那一件呢，他不是持续在侦查中，而是就真的就睡着了。那在今天呢，对于这个被害者而言，
他今天这等于是石沉大海。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在95年的时候才修改，是说好，那你必须要从起到起诉的，你起诉之后，当然就没有所谓时效进行的问题。所以在前面这个时效仍然进行，那当然这里就会发生说，那我一直没有抓到人，时效继续进行，所以等到呢我抓到人后，时效已经消灭了，所以我已经拿他没辙。好，那所以这里就出现大家所担心的，就是说好，你这个时效扣掉，当然你们现在说依照旧的，那可能。你们只是要把这个所谓的实质进行的时效扣掉嘛，所以在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还是会担心说，那还是有可能哪一天等到抓到人的时候，那时候时效还是已经消灭了。所以今天呢，大家才会提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对这种所谓的重大的刑案，像说这种啊、这个谋杀哈、或是说死刑但是致人于死的这种案件重大的刑案，或是呢，当然今天大家也提到说，那些呢重大的经济犯罪。好，那当然经济犯罪今天的这不管是法务部或是司法院都提到说，你这个所谓的重大经济犯罪是没有，好，这个不够明确。那如果说你重大经济犯罪，那种毒品犯罪的，好，这种啊大咖的这种算不算？好，等等。所以在这里呢，就会变成大家去讨论的是说，好，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所谓的时效的，是不是在时效的这个部分来处理？我不晓得这个部长、次长。我们哈，针对刚委员所指教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对于王定宇委员所提的这个部分呢，用一个非真正涉及既往的这个方式哈，来补这个漏洞哈，应该我们是认为可行的了，这个我们也同意这一部分。所以，其实95年的修法那部分，我刚刚就讲说那个是不是很拖延，因为你要靠检察官呐、一直不断的进行一些。甚至没有意义的动作来扣除那些时间，毕竟可以扣得完了，所以还是修法还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做法。所以你的意思是？但是那个范围哈是不能太过范围太广。像它里面提到说，告诉我请求乃论治罪，应告诉我请求全人不为告诉请求或告诉请求经撤回或无告诉请求全人之告诉请求，那这个要停止进行，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妥吧？认为说哈，其实告诉是诉罪条件，它不是一个启动侦查的条件，所以没有经合法告诉哈，那么能得为侦查作为，不是依法应停止侦查，所以这个不应该停止进行。这个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修正是不太妥当。那您是认为说它的第一款就是说依法应该条例而通气的话，应该要停止进行，还是这是现行法？这是现行法，就是现行法是因为起诉而停止进行吗？对对。那当然，他现在变成说因停止侦查而，就说依法停止侦查。那当然，这个部分你们在这一次的意见里面有提到说，这又会回到原来修法之前的这样互相矛盾的问题嘛，对不对？那现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所谓的好，他的这个时效可能会时效消灭，那因为有重大的这些案件的话，是。那在时效上，你们要怎么处理？就是说哈。因为将来对一些重大经济犯罪，因为对于它的范围啊，或是说类型啊，我们不容易去具体，而且这还牵涉到全责的问题，好、哦，那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说把那个所谓逃匿在外的哈、哦，只是逃匿到国外这部分那个时效就停止进行，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四分之一啊的问题、啊，好、哦，四分之一之后的但书可以规定，你逃匿到国外这个时效就停止进行，就可以把那些在海外啊。在那边等着、哦、说这个时效完成以后再回来、哦、让我们看到很不舒服的这些太阳、就可以解决掉了。那你认为就是说逃亡在海外的这些人，就重大经济犯罪都是逃亡在海外的，不管是重大经济犯罪或其他的类型，只要是逃亡到海外去，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哦、去执行。那这些、哦、我们不能说、啊、让他在国外、啊、那你怎样去证明他是在海外呢？那个，因为就这几个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啊重大经济犯罪或其他重大刑案的啦，其实我们都从媒体里面就很容易去得知到他是在海外的。那事实上，我想这个只是指标性的，其实除了他们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也都逃亡在外的嘛，对不对？当然。那但是在这里就是说，也有可能也有人。他今天逃往海外，但是他就是潜回国内，然后他在国内出现。因为我们哈、啊、对这些重大经济犯罪，而且非常太阳非常明显的哈、啊，我们国人是最在乎的。那么我们尤其是我们，当我们确知他是在对岸吃香喝辣的，
而且等到时效完成以后再回来，这个是我们所不能够容忍的。所以针对这些，我们当然就是要先让我们的国人知道说我们是有办法规范它的。所以只要你是逃匿到国外，这个在日本的立法里啊，认为这个时效就停止进行，所以他在国外啊的一天时效就没有可能完成。那你觉得他在中国的算是在国外吗？我个人认为司法前所不及的就是了。好，那所以这个在用语上可能就要我们要说明，里面就是在详尽了，可以说明。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游委员。下一位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下一位请刘兆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蔡政次，谢谢。请次长。次长好，次长，我觉得委员好，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反应很好。不敢说这个国外的定义，就司法权所不及，就国外这个，我觉得是谢谢这样的反应，真的是我要请教一下，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追诉权是不是利益时效或行政利益时效，其实这个是立法政策的问题啊。哦，这个大概是这个也如果像罪行法定那个，大概是大陆法系的，这是真原则跟真理的问题，是、哦、就不能去违背它。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好，那我们对。重大犯罪了，那重大犯罪分两个层面了。第一个就是说用刑度来看，啊，第二个是用他的罪名来看，就是说，这个来分别他是重大的犯罪了。那重大犯罪，如果我们确定就是说，为了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对法律的信任跟情感的话，我们认为，啊，我怎样台郎，比如说我们举大家常举的像彭婉如女士这个不幸被谋杀的这件事情来看，啊，这么重大的犯罪，如果说因为时间的一定的。经过之后20年、30年，让他就算找到那个凶手，就算 DNA 验出来，但是法律也对他没有办法。那这个坦白讲，对一般人的情感是很大的伤害啊！啊，就好像一般人也会认为说，哎，就算我们当初设这个追诉权或者是行刑权的想法，是为了可能是诉讼经济的问题，或举证困难，或者要让国家资源的争，但是一般的民众不会这么想嘛？不要说一般民众，我也不会这。大部分人也不会这么想，认为说啊，这个那么重大的犯罪抓到了，抓到了，当然应该要把它绳之以法嘛。哦，这个是立法政策问题啊。如果我们确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法律修改就是要朝这个方面去做了。哦，包括那个怎么算时间啊，什么等等的，我觉得那些我们就是要排除这些的困难的。那政次你看法怎么样？哎，谢谢委员指教。其实正是这样哈。我们的追诉权呢、啊，这个时效的规定，它就是当然法秩序的安定性呢、啊，跟就是督促啊那个执法机关善尽了、啊、追诉的义务。那当然，哦，我们也有所谓的不涉及既往啦、啊。那当然，所以我们在大原则之下，事实上啊，我们在德国它也有哦不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涉及既往。所以有关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对于重大刑案，就是那些致人于死的这些案件呢、啊，不管什么罪啊，那么发生了人命关天呐、啊。而且到现在也查不到，这个我们认为都可以排除在追诉权的这个考量，这个是我们都非常同意。但因为重大经济犯罪的部分呢、啊，那因为它的那个范围不容易厘定，但是我们都建议说，干脆那就是对于这些，因为我们在乎的就是他逃到国外还在那边嚣张，那么等到期限结束以后回来又吃香喝辣的，我们所不能够容忍的是这些类型。对，那我们就认为。不管是重大经济犯罪也好，那你认为从你这个主管机关来看的话，那我们对重大经济犯罪的，我们要把它这个就是没有时效这件事情哈，就追诉也没有时效这件，如果我们把它放进去的话，是要用它的金额来看，还是要用哪一部分来看会比较好？对，所以因为这个有问题，到底是要用人数被害人数，还是用金额，还是两个加起来，还是说用那个调查局的那个认定标准？这个都非常广泛，而且这也牵涉到权责的问题。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也认为说，这种授权呢要明确。对，所以我们将来就是避其公营，这个绝对不适合说空白授权，直接不管什么重大经济犯罪或是其他重大刑案啊，其他类型犯罪，只要你。逃匿到国外，追诉权时效就停止，所有的犯罪，包括所有犯罪都包括窃盗、妨碍名誉都。如果是我们这样修正，那个就全部都包括、那外国立法律对这部分怎么处理？
事实上啊，日本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就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修正啊，就诚如委员所指教的，这个东西啊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硬性。那么尤其是国外日本啊临近啊就有这样的立法力，那么我们国内啊也有这个迫切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把它援引进来。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被告或者是嫌疑犯是在国外的话，就无论他的罪名的大小了。因为你在国外啊，我事实上我的司法权啊，不管你有邦交没邦交、啊、没有办法进行，尤其是没有邦交的、啊、那你要实现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那边啊。而且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他在那边他还拍个照，就刚刚委员所讲的，还让我们看得很难过。那等到时间到了又回来要吃香喝辣的，我们更难容忍。所以我认为啊，这样毕其功于一啊，就不用再去认定什么叫重大经济犯罪。那么所有一些犯的罪以后啊，不接受国法制裁的，逃匿到国外的，嚣张的，这些我们都认为可以纳刑。司法院有没有代表来？对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刚刚我们正是陈法官哈，没有发言。刚才部长这个次长这个意见，刚才我们私底下稍微有讨论过。那这个部分我们尊重这个法务部跟的权责跟大院的这个立法行政自由，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可采。其实对这样的立法政策，本人是采比较肯定的一个态度啦，哦，一个态度。但我们不是说要，其实要分两个层面来看啦，一个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他犯罪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审判的程序嘛。跟犯罪已经进入审判程序，是不是每一项罪都要把它，就像很多人所讲的，或者是认为那个是解决我们现在当前治安的方法，就是乱世用重点，每一件事情都判很重，这是其实是两件事情啊。追诉权其实我们要处理的是还没有进入真正让他被审判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但是如果没有进入，连审判都没有，然后他还在法律以外还是过得像市长刚才所讲，经济犯还是吃香喝辣的，我相信对人民来讲是很没有办法，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啦。那就算齁，我觉得我们以前在念法律的教科书，可能我们以前为了准备考试我们念，我就把它登为是真理啊，说啊，因为这样会设这种时效，是因为要诉讼经济法律的安定啊等等啊，那我们就这样把它背起来。但是法律的安定其实要建立在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啦，好不好？那如果人民说你这样，像有些人经过30年、20年之后，他可以完全不用负法律责任，那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本席是赞成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另一方面，但我们刚也在讨论，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如果这个修法通过之后，会发生以前旧法已经时效完成的，或者是但是有一部分是还在时效还在进行当中的嘛？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已经完成的部分？完成部分那就是那个包围完成的部分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哈。我们完成的部分，它的次序就定了，你就不能再给它捞出来办。那如果还没有完成部分，那当然就是适用对适用，当然适用刑法。我们这个规定就是对那些时效还没有完成的，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定。还有再加上那个不真正溯及既往，对，如果说我们也同意这样的，因为这个溯及既往跟不真正溯及既往哈，在最近这个很夯的法律名词啊，我相信这个经过大家热烈讨论之后，大家会慢慢厘清什么叫做溯及既往，什么叫不真正的溯及既往。如果有这样的立法力，叶委员，谢谢刘兆豪委员。好，那我们所有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那委员相关机关进委员王玉敏等通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我原本今天是想要进入逐条啦齁，那当然这样看起来是这一些条文在细节上齁还是有一些部分。
事情上已经有一个很明确，这个包括杀人还是因犯罪致人致死这件事情，我们是要把整个时效，这个消灭时效的这个把它取消，这个部分法务部的立场跟我们在场提案委员的是一致的。那就所谓重大经济犯罪，那因为我们卡到这个重大经济犯罪不好定义，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以这一个犯人他是不是潜逃到国外然后被通缉，只要他潜逃到国外，他的这个时效停止的原因就不会消灭，也就是说他的时效是会续的，会停止，而且不会因为这个跟法务部在提醒的一件事，就是说有些个案状况，如果他是在国内，如果他是潜逃，他是在国内潜逃，那他认为自己认为说我的时效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应该刑法不再追溯我了，我就跑到了国外去，然后又回国，结果他是自己的犯罪追溯已经结束了，如果又回来的记录，结果我就变成我的时效会继续进行，会有这样的一个个案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这个部分法务部在斟酌。那我是赞成说，我们用以有没有以是不是潜逃在国外这件事情来定义这一些逃亡在尤其在跑到中国去啦，跑到美国去，那我们又没办法实施引渡的时候，这一些犯人我们没办法绳之以法的这个状况。好，那第三个就是关于所谓施行法八之二跟八之一的冲突。那我认为说，如果我们八之二就是很清楚的定义，这个叫做还没完成的部分，我们可以溯及，因为这个叫做不真正溯及既往。如果我们已经定义出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概念出来的时候，它跟八之一条就不会有冲突，因为八之一条只是在定义说它的追诉权到底是用94年修法之前还是之后，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定了八之二，就是认为说你还没有完成的，还没有完成时效的，你还是要通，还适用这一次修法，就是不真正溯及既往。所以我在这边只是告诉法务部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立场的话，那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就是两个礼拜后，我会再排这个法案。那我们希望法务部可以就这三个提出法务部的看法，以及你们未来在适用的时候，在理由栏要把一些特殊的状况是不是把它载明清楚，哪些是排除的，哪些是纳入这一次时效，等于是没有期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那会另外再定期继续审查。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